报告文会出席委员十一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六月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时三分至十二时五十三分，地点红楼三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十二人，列席委员萧美琴等三十八人，列席人员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及所属人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外交部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近期东亚区域情势对我国家安全之冲击与因应，并被质询。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及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委员蔡适应等十五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后勤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及所属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质询及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以上宣读。好，谢谢。接下来，我们确认一下哈，看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错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来，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经济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技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报告我国推动元首外交与新南向政策之规划，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好，我们现在介绍与会的委员跟官员啊，在场委员有王定宇委员跟李孙林委员啊。那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外交部领务局局长龚中诚，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协副秘书长周学佑，亚非司副司长郑维，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司长薛美瑜，拉美司司长曹丽杰，调法司司长申佩王，国主司司长徐佩勇，国船司司长彭邦铎，礼宾处副处长陈家燕，人事处处长郭树清，主计处处长张玉燕，秘书处处长李方成，研社会主任介文吉，公众会执行长王佩林，另外侨委会有委员长吴欣欣，常务副委员长李元荣，综合规划处处长荣佑儿，侨民处处长庄琼芝，侨教处处长张景南，侨商处处长林瑞龙，侨生处处长廖静芝，经济部常务次长杨威甫，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部局长徐大卫，双边贸易一组副组长徐志明，投资业务处处长连玉平，工业局产业政策组组长胡贝蒂，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先贵，经济发展处处长吴明慧，经济发展处专门委员钟景庭，科技部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司司长陈宇高，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经济处处长李丽珍。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现在我们请外交部李部长就今天的主题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本人今天应邀向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以我国推动元首外交与新南向政策之规划为题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给予指导。在此呢，本人要特别提醒我们在座的媒体朋友，下面的第一段呢，是本人亲笔写的。你们要了解啊，这个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啊，请大家仔细听。在进入本日报告两大主题之前，本人首先要强调的是，务实为推动外交的基本原则。外交的目的在于维护以及争取国家最大的利益。外交政策的定定需要考量国际情势的变化，以及国家本身的条件与实际的促进。具体的外交作为可以积极，可以灵活，也可以前瞻，但核心在于要基于现实去寻求可行而且务实的作为。自从政府拨迁来台，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始终面临极大的挑战，然而我们从不气馁，多年来务实运用台湾在经济及民主发展上的成就，深化与各国关系，参与国际组织，拓展国民外交，让台湾的声音在全世界被听到，这样的成就得之不易，也是所有国人共同的骄傲。新政府的外交作为也是以务实为首要原则，不好高骛远，不虚耗资源，不任意冲撞，将善用台湾的比较优势，运用智慧，为扩大我国的外交空间，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积极努力。接下来进入报告主题之一，元首外交。首先，推动元首外交是巩固邦交的一环。记得5月25日，本人向贵委员会报告，外交部未来施政主要包括8个面向，其中一个面向就是强化与邦交国的合作动能，建立永续伙伴关系。而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推动元首外交深化与友邦双边合作，充分运用我国优势，培养我国有我的人脉等。因此，推动元首外交只是本部未来许多工作中的一项。主要的目的在于增进与友邦高层的情谊。未来外交部将遵照蔡总统于就职演说中所言，持续透过官方互动、企业投资与民间合作各种方式，分享台湾发展的经验，与友邦建立永续的伙伴关系。再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元首外交的效用。元首外交是国际潮流，对于促进双边关系以及处理多边争议有一定的效果。我国国际处境特殊，总统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国家元首一样出席国际会议或者赴无邦交国家做正式访问。即便如此，我元首出访仍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巩固与邦交国的邦谊，同时经由出访期间的过境以及相关活动，加强我与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蔡总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受到国际媒体广泛的关注与报道。蔡总统躺出访必然有助于我国外交工作的推动，同时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外交部将来适时提出建议，并且依照指示执行各项出访计划。各位委员也十分关心近期高层出访的规划，因此本人也会利用本日向各位报告。巴拿马瓦雷拉总统于本年3月宣布巴拿马运河拓宽工程竣工启用典礼定于本年6月26日举行，并邀请蔡总统等70国元首出席。巴拿马为我国在拉美地区重要的邦交国，本部经过审慎评估以后，建议总统亲自率团访问巴拿马，以加深两国的关系。
目前已经有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多米尼加、葡萄牙、牙买加、巴拉圭等国元首确认将出席，届时总统也会利用这个国际盛事与各国领袖互动，培养情谊。另外，由于巴拉圭为我国在南美洲重要的友邦，巴国卡提斯总统在五月份来台出席我总统就职典礼，也面邀总统前往访问，因此外交部已经就总统前往巴拿马并顺访巴拉圭的可行性研提相关建议。此外，总统因为行情的需要往返均将过境美国，有关于蔡总统首次出访的相关细节规划将由总统府统一对外说明。接下来跟各位委员报告新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与我国的五大施政主轴中间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交及全球性议题息息相关，是我国今后对东协以及东南亚整体政策，以下仅就政策目标以及目前本部规划的重点工作报告如下。首先，政策目标有三：第一，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政策相辅相成，使东协以及南亚成为台湾内需市场的延伸，从外部支援台湾内部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二，塑造以人为本的经济战略，推动各面向的人才培育以及双向交流，以人才支援厂商，连接产业，拓展市场。第三，透过参与新兴区域议题来增加政策动能，提升台湾在东协以及南亚区域的重要性。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部规划了七大重要项目。第一，强化政府与国会实质交流。外交部过去曾邀请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政经领袖访台，未来将持续推动东协以及南亚高层交流。另外，大院日前已经分别与印尼、新加坡、印度等国会联谊组织，本人一向敬佩各位委员在公忙之余仍然拨冗协助推动国会外交。未来外交部将持续积极协助各位委员与各国国会议员交流互访。第二，鼓励人才双向往来互动。本部未来将与其他部会协调，共同筹设东协印度奖学金，重点促进东协以及南亚国家青年精英来台累积人脉。第二，积极参与区域整合。外交部将持续全力推动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以及 RCEP， 也持续推动东南亚以及印度洽签双边经济合作协定。第四，鼓励东协以及南亚民众来台观光。外交部已经着手研议针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之外的东协八国国民提供包括免签证、落地签证以及电子签证等签证便利措施。第五，深化地方以及城市外交动能。外交部将设立任务编组，与地方政府共同争取东协以及南亚各国组团来台赴各地投资考察，进行教育与文化的交流，并且推广新住民二代与母国连接的活动，深化地方与东协及南亚国家联络互动，建构多层次的交流网络。第六，签署各项协定。我国过去数年来已经与东亚国家签署若干重要协定，包括台非刑事司法互助协定、台越民事司法互助协定、台非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等。未来将持续推动签双边协定，使台湾与各国的双边交往制度化。第七，整合参与国际合作的能量。外交部将设立亚太人道救援平台，推动与亚太各国就人道援助、灾害救援等议题的相关合作，并且协助有志推动台中市成为 NGO 的国际中心，让台湾成为 INGO 拓展区域合作的支柱。总结来说，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工作有其一贯性及持续性，但是外交更是一个可能的艺术，有其变与不变，变的是情势，不变的则是务实的态度，也就是在主客观条件允许之下，全力维护国家整体的利益，这包括巩固邦交，
而推动的元首外交，也包括深化与东南亚与南亚国家关系所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另外，当然也包括多年来我们积极争取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等相关组织。外交部将秉持务实的基本原则，以专业的态度，持续推动各项可行的外交工作。还请各位委员大力支持。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谢谢。好，谢谢李部长。我们侨委会吴主委这边有没有要做口头报告？好，那经济部、国发会、大陆委员会、科技部，有没有要做任何的补充？没有。好，那我们就请各位参阅各部会所提之书面报告资料啊。那我们现在开始答询啊。我们今天本委员会委员8+2分钟，非本委员会6+2分钟啊。10:30发言截止登记啊。那现在我们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陈廷飞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是先请我们的侨委会的委员长。侨委会委员长请。委员好。委员长好。我想对于你过去的言论，基本上有很多的侨界有很多的疑虑，有很多的担忧。然后在最新台湾新论6月号里面，我不知道委员长有没有看到了，我看了。你看了吗？这里面写的就是说这个统一论到底是真是假，对于你说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你过去这个大概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其实已经传来传去，传得沸沸扬扬的，也就是你当时候担任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时候，你曾经到中国去做演讲，其中有一段有讲到说希望两岸尽早实现统一，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很多的担忧，我想我用1分钟的时间让你很简短的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好，谢谢委员这个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澄清。好，我想这个先说广西民主大学在2011年那件事情，大概是学校派我到那边去交流招生，然后跟他们那边的学校的学者有个座谈，但是我在这边简单的讲，就是我发现基本上是被他们就是有一点就是利用或扭曲了，因为他那个学校的学报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了，所以你认为是被扭曲了，就被扭曲，所以你从来没有讲过统一论这样的论调，绝对不会。那如果人家在其他的刊物里面又查到呢？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你认为在这一篇的广西民族大学这一个新闻网，你是被扭曲了？是，你完全没有去讲过统一论的事情，没有讲过这几个字。所以，因为你没有去澄清，你当时候你说没有看到，你没有澄清，所以导致这一次的媒体是又在封面当中把你很清楚的在这个整个杂志的角落用这样的篇幅来做一个登载。这个跟委员报告，两个礼拜前这个杂志的社长还有他们的记者有来看我，我也跟他们做了说明澄清了，那这是他们第一个这个他们的目的，我澄清了。第二个，他们希望未来呢有没有机会跟侨委会来合作，我想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写了这篇报道，就不太清楚。委员长，你要去适时的澄清啊。是，如果你今天担任这个角色，过去我们认为你有很多的言论当中，如果真的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不忠诚，我相信这个会引发后续更多的反弹。是，所以你一定要积极赶快去做什么样的澄清。是，你不要认为这不是一件事，或是说它是一个被误导的、被扭曲的，这样子所有的侨界就可以接受了。是，我相信你一定要积极而为。好，好，谢谢。我们请那个外交部部长。
陈委员长。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是。我相信最近因为国防部冯部长他讲了四万颗的飞弹炮弹这个事情之后，似乎现在大家会担忧是不是会影响到南海还有我们的外交政策。那冯部长其实已经很清楚讲了，他是一个口误，而且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补给，甚至不是只有在太平岛，而是在东沙南沙所有的沿线它的一个备战状态。所以我要请教我们部长，真的有影响吗？跟陈委员报告，在可以说在第一时间，就是当天的下午啊，政府已经跟在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啊沟通，告诉他们这个不是我们政府的本意，我们政府绝无升高在南海区域的冲突的意图。所以你们已经做了澄清了吗？已经向美方，所以不会引发外界对我们的质疑。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做到应有的一个防备嘛，因为不论是美国或是日本，其实在南海的这一块他们其实都是提高戒备 的。但是我们提高戒备，然后又不影响到我们整个外交，应该是我们的上上之策嘛。正确。好，所以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想美方知道我们政府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至于媒体外媒是不是有其他的报道呢？这个我还要进一步的了解。那部长，现在我们的小英总统双八之行嘛，是这个部分。现在传出就是要两次的过境美国，那现在都准备好了吗？现在还在洽商中。那因为基于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谅解呢，在没有完全这个确定之前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对外宣布。所以现在还在积极联系当中吗？联系一些细节中。那么我们会不会利用在这一段的一个访问，我们能够去拓展更多的外交？因为我相信在你的报告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小英总统基本上现在在世界的一个影响力跟接受度其实是非常夯的。是。所以我们应该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怎么去拓展我们的外交。对。我们看到富士比的一个百大女强人里面，我们的小英总统是排名第十七。对。所以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于我们台湾的能见度可以逐渐的一一扩大。对。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对，我完全同意陈委员的看法。我想我们的国家不单是我们在经济在民主各方面的成就啊受到很多国家的钦羡，我们也能够经过选票选出第一个女性的总统，更是许多国家非常非常的羡慕的对象。昨天晚上我也有这个荣幸啊，陪同总统参加欧洲商会的年会。在年会中间呢，总统以非常流利的英国英文呢发表他的演说。在我同桌的欧洲商会会长、执行长还有几个大使啊，都跟我表达他们的赞佩之意。所以我想这个条件、这个资产呢，我们应该啊将来好好的运用一下。总统是主掌国防、外交两岸，是。所以在外交这一块，我相信我们如果可以突破，就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新南向，新南向也是要突破，我们的外交也是要突破。但是今天我们台湾第一女总统刚好在各方的条件当中，我相信现在要推动我们整个外交的系统或是外交的能见度，我相信是最佳的时刻。所以我们希望部长要积极而为。好，要积极而为。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部长吼，你对我们的新南向有什么期待？我想新南向啊，是我们新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的目标与方针。我想从政府到民间呢，都有许多的期待。当然，这也是我们政府正式上任第十九天，
所以说各方面的这个协调的工作呢也正在开始中，我们也很希望的很快的能够拿出一些成绩单。前段时间我们的同仁拿一些行动方领给我看，我说哎，我说我们还是要改一改很多东西啊，要能够让老百姓有感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是希望很快呢让老百姓感觉到，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的确有着力，的确有成绩显现出来。那在新南向我们的外交部期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因为牵涉到许多的部会，包括经济部，包括教育部，包括这个农业部农委会，还有包括其他的科技部等等，所以外交部呢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的领务局在放宽这个东南亚人民访问台湾的签证便利化便捷化，这个我们都会很快的跟移民署协调去做。我们现在应该有建立一个平台吧？有，他们昨天还开了一次会，我想这个成果呢他们正在签合的过程中。我们相关的法令的放宽其实是最重要的，是的，如何去协助整个新南向双向，为什么大家在质疑南向跟新南向有什么不同，其实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双向，是我们期待的新南向是双向交流，对的，不是单向，是你如果双向，双向一定会牵扯到我们有一些法规法令的限制，对这个部分我们外交部应该积极来做协助的动作，当然因为我们所希望的是它不是口号，而是能够真正大家看到有一些能量出来，投资的能量也好，交流的能量也好，人才培育的能量也好，这是一个能量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新南向的一个政策目标它是可以达成的，是的，好，谢谢，到时候也希望大院诸位委员多多支持，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请罗志正委员咨询。主席，可以麻烦李部长。李部长，备询。罗委员早。部长早。在还没进入主题之前，想先请你稍微说明一下哈。今天有位媒体报道说，他们问了美国国务院有关冯部长的谈话，然后国务院东亚局的这个发言人回函用 email 说，希望预请各方申索方降低紧张，不要采取所谓升高的动作。是，部长，我看到了。国务院已经来向我们问了吗？还是 AIT 给我们来答问这个问题？就向委员报告，就是在。冯部长答询的当天下午呢，政府已经向台北 AIT 啊表达对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的一个澄清的态度。所以我们主动，我相信我们主动。然后呢，这个我相信这个 AIT 台北一定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讯息传到国务院去。OK， 那我想国务院的反应，这个也是他美国政府的一致一贯的立场，没有错。所以基本上有处理就可以了哈。有处理，当然。好，部长想请问一下，上一次在业务报告的时候，在委员会里面有不少同仁在请问，是到底我们新政府的外交总体的外交战略有没有一个名称？是积极外交、沟通外交、务实外交、活路外交，还是什么外交？我们已经过了19天了，你刚才提到了。对，到底有没有个新的想法或新的战略主轴出来？当初呢，我曾经想过用积极和平外交，但是也有同事啊提醒我，这个似乎啊跟日本安倍的这个政策太像了，是名字太像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定案，反正基本上一定是积极，基本上一定是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管名词叫什么，积极跟和平绝对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东西，绝对是我们的核心价值。OK， 好。部长，我们都知道元首外交至少有几个面向要兼顾到，包括出访的规格，包括行程的安排跟内容，但更重要我们希望注意到它的成效，对不对？那我们只就规格来谈好了。部长请问一下，上次马总统出访是747的客机，对不对？媒体报道是747哦。747啊，是，对，因为那时候我还对，我知道，我请问上任，那这次蔡总统出访是坐777。七七七，原则上是华航新买的一架777，所以比较大。
飞航程比较远，没有比较大，载客人数少一点，因为也不需要那么多人。77还是737？777。所以基本上来讲，它的载客量应该比较多，但是我们人比较少。载客量比较少，但是航程比较远，对，就可以不需要降落加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的规格跟上一次马英九总统的九安的出访的规格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没有。从经费预算来讲，因为我们上次提过，就是说外交部年度的预算大概1.25亿的年度的总的出访的费用嘛。是。那我们够不够？那个刚才我们的主席长还来跟我报告说，这一次啊，恐怕外交部要从我们的经费里匀支差不多4000万。要透支4000多万，从别的地方挪4000万、要大概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会议及这个交流的费用里啊来匀支，甚至于从第一预备金去匀支。我因为我上一次在细节问题，我们自己来细节问题，我再请问部长。因为上一次我在咨询林部长的时候，就特别请问到了，当时马总统出访的预算可能会吃掉我们一整年出访预算，可能超过一半以上。而这样的一个吃掉预算会影响到新任总统他的出访的这种经费的运用，果然证明事实啊。实际的数目我就不请问部长了，因为他可能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安排的部分。下半年是不是还有副总统可能的出访？应该是我们在目前规划中。那你钱又从哪来？那也只有外交部又要想办法找钱了，来匀支了。所以这笔钱一定不够用了。这笔钱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所以马总统是不是花太多了？这个话我不能说了，因为我当然你不能说了。好，但是基本上来讲，的确这笔预算本来就不足嘛，那的确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下半年的出访哈。对了，我们也是明年，我想应该向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争取多编一下，希望这个大院能够支持啊。这个我们再看了哈，预算的部分哈。那个可不可以请同时请那个经济部的次长嘛？是经济部部长也请一下部哈，等一下次长。那我那个部长请回坐好了，我请次长。市长是委员好。整个东南亚市场一直过去我们一种迷思，它第一个它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整合的市场，没有错啊，现在是10个国家没有错，可事实上它是好多个市场，每个国家市场的特质性质处理的方式都不完全一样。同样的，过去我们有个误解，它是一个出口的外劳的市场，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泰国已经不再出口人力了，它是进口人力的国家。市长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什么东西？哈拉认证是什么东西？哎，市长你不知道？哎，我们同事告诉我是清真认证。哈拉清真认证，对不 对？这什么东西？那个同仁先不要告诉市长。抱歉，这个我不了解。不知道哎，我们经济部长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哈拉认证。那个这位同仁是哪个单位？是我们贸易局副局长。简单告诉我们什么叫哈拉认证，或是清真认证。简单向委员报告，清真认证也就是说是在回教国家里边，如果讲回教就有问题了，那伊斯兰教里边，或是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国家里边，他们在有关食品还有使用跟身体或是饮用直接有关的东西上面，他要证明这些产品是符合伊斯兰相关的法规的话，就要做一个证明。那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厂商知道吗？我们台湾厂商如果说他有意愿要去拓展这所谓的清真市场的话，他们绝大部分都已经知道，因为确定。那我问你，台湾有哪些单位在做哈拉认证？现在在做哈拉认证的，台湾现在是这个回教协会他们在做认证，现在是有2个单位在做，在台湾。我现在要提醒，就是说，所谓穆斯林市场，或是伊斯兰市场，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东南亚国家里面，马来西亚是最大的回教认证的一个地方嘛，那个 Jakin 嘛，对不对？是的。那同样的，在印尼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人口，所以伊斯兰教人口国家嘛。是。这个市场不同于泰国，不同于越南的，是，对不对？的确。所以当我们在讲东南亚市场的时候，不是一个市场，它是很多的不同市场，而我们到底提供了我们国人企业界知道多少东西，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连我们市长都不知道什么叫哈拉认证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在做东南亚市场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市场。我刚才看到部长在点头， 他知道什么是哈拉认证。是的。我们国人，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哈拉认证的，程序怎么做。我们应该提供这样的资讯，这一部分我们一直在继续的在努力。有，我上去看过国贸局网站是有啦，是，但是我谢谢跟各位报告，就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东西了。是，那我们还要再加强，对不对？推广。所以当我们要推动南向政策的时候，真的还有很多地方要教育的，很多地方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辅导的资讯的。
这样解吧哈。是，我们继续来努力，因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不要用错误观念说那是一个单一的市场，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指导。那个，请问部长，就请那个次长请回座。哎，请。部长，我们要推动新南向，一定要做战力资源的重配置。对，因为外交资源是有限的。对。部长，我们三位次长，一个主秘里面哪一位是亚太的专家，有亚太背景？没有，侯次长不是啊，侯次长是拉美啊，是拉美为主。他李承然是美，李承然也北美系统嘛，也没有在东南亚，没有吧？然后张文良主秘也没有啊，也没有。吴次长是欧洲啊，对，他会不会觉得遗憾？倒是我觉得我们因为在外交部都做了那么多年，没有，吸收能力还蛮强的。我知道，但是反过来讲，当你有一个真正亚太的专家，对，当我们次长的时候，我相信他第一方面可以鼓励我们亚太的同仁。另一方面他的确有对很多业务的掌握会优于其他的 非那个区域的，对，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次长里面的确是有提拔一些我们的所谓亚太背景的这些司长，过去司长或是大使代表，对，部长，我们这块可以努力一下，这块可以努力，这三位四位主管了哈，包括部长在内，是稍微在专业跟区域的专业上可以稍微平均一下，是对未来我们推动西南向有宣示意义啊，就好像我们找了吴次长，欧洲国家都很高兴啊。对，为什么？吴次长留欧的背景，他法文好。对，法文可能比法国人不差到哪去啊。对，他们觉得这是对我们的重视嘛。对 对。所以同样啊，过去有时定次长等等的这一块可以补强一下。是，好。第二个，我们外交战力哦，这部长这太小，你看不清楚啊。我们有很多管处都是五人以下的管处啊。对，你看亚太地区平均一个管十个，然后35个管处里面有21个管处是五人以下的管。欧洲地区27个馆里面有10个馆是5人以下的馆，甚至到3人的三人馆啦，坦白讲它的战力都是有限的。在未来我们战力总体评估的时候，我是真希望有些馆是要做处置的，尤其它表现 KPI 没办法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做处理，把人力在经过这驻在国同意跟协商之下做适度的调配移到东南亚国家。部长可不可以做这个承诺？我想外交战啊，讲老实话是一个人才战，没有错。也就是说，有的人一个人可以抵两三个人用，有的但是我部长问你，人都 不到。部长，我请问一下，你知道越南馆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越南馆，我想在领物方面花了很大的。部长，越南馆的馆员全部在忙婚姻面试，哎，对，就是领物相关的，全部在做婚姻面试啊。还有这些劳工、啊，希不希望把这又丢出来给移民署？让他们真正做外交，可不可以啊？礼物局长当然希望，我问过他的了。部长，我们的外交官全部在忙婚姻面试。我知道，我知道。业务压力很大。我知道，他们如果可以做贸易、做别的，可能效果更好。所以我讲的是人力的重配置的部分，还有业务的重新再分工。最后啊，天下第一是北美是，部长，这是你的背景。对，我们的管处啊，在美国有13处。对。在中国，在美国也只不过只有6处，对，那是因为美国人给他限制。我知道，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大概仅次于加拿大，这隔壁的国家。对对对。英国也不过9处啊，我们比英国还多啊。法国在美国也不过10处，我们比法国还多啊。对，坦白讲，这有点怪怪的。美国很重要，但是有些管处啊，如果仔细看，我不能讲我不要点哪些管处了，他些工作大概就是侨务而已啊。是 Boston 有什么政务不多啦，学术界啦，或者是侨务吧。我在的时候做了很多政务。对啦，你当处长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只是讲，就是说这些管处真的要做一些检讨。是，我们真的太多了。Yeah. 一个管处成立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要。当我们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不是说撤掉管，做人力的重配置跟管处的重配置，这时候我们资源跟战力才能集中在我们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所谓西南向政策。是，我想罗委员的指教非常有见地，外交部一定会好好的检讨。我们一起来检讨哈。好的，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好，下一位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们先麻烦我们国发会副主委。好，
请国发会副主委。喂，好。高副主委哈，是我们今天带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元首外交，一个是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呢，目前讲了很多啊、把东南亚当我们的内需市场，六亿的东南亚人口，十三亿的印度人口，这些大概哈 ，Google 就查得到资料。可我们国家的具体做法，经过这两天不管是总质询或者委员会的讨论哈，看得出来只有几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个是你们国发会主导，第二个，总统府要设置一个新南向的政策办公室，第三个，你们要弄一个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大概这三个是确定的。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副主委哈，如果国发会主导这个新南向政策，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召开跨部会的整合？因为这可能需要教育部、外交部、侨委会、经济部，甚至于他们要过来双向的新南向政策，连财政部都有关系。你们召开过这种跨部会协调会议没有？跟委员报告，第一项由国发会主导这个事情哦，基本上目前国发会并没有接受到这样的指令，所以国发会现在没有主导。是的。那你们的部长，你们的主委讲的跟大家不一样哎。那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是谁说的？好。国家级的投资跟贸易公司的确是我们目前国发会在规划。那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是为了新南向政策，还是本来就要设立？是我跟委员报告，其实国家级的投资跟贸易公司有两个目的哦。麻烦我们经济部兼次长来吧，好。好，第一，我想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配合政府的五大创新产业，因为我讲我们台湾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个五大创新产业有的是在我们国内设置，我现在问的，你讲的是？一个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是对外的嘛？不是，有一个，对内的吗？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希望帮国内的企业找寻，把引进国外的技术跟人才，这部分我待会再就教于你。对，那个杨次长，新南向政策哈，四个月前我们就讲了很多了，这四个月的交接期到现在，政府交接也超过18天了。新南向政策是经济部主导还是国发会主导？还是院长主导，经济部本来就有一些计划，那是原来的，那原来是七成的。那以现在的政府现在的这对外面说明的部分，所以新南向政策应该是由国发会或者是更高的层次，他说不是他们啊，或者是副主委在你旁边，或者是更高的层次。你回头看看他嘛，他说不是他们呢、啊，他们还没接到指令呢、啊。我们没接到指令，我们你们也没有接到指令嘛？我们也还没接到指令。所以目前新南向政策，你们两个部会很重要、欸，国发会跟经济部应该是里面重中之重的角色，你们都还没接到指令。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准备，把可以做的努力。那这不就开玩笑吗？你们都还没有接到指令，我们先专案报告，报告什么？你们写出来的方向不都在作文比赛？你现在你现在委员会告诉本席说，新南向政策国发会没有接到指令，经济部没有接到指令，然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然后呢还想了一堆要把东南亚当内需市场，结果就新的南向。这个政策部分，你们到现在没有接到指令，那你今天给我报告是什么？杨次长还是副主委？是我们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是把经济部目前在做。你们是告诉我们旧的嘛？103年到105年的东南亚一些启程计划，那是既定的嘛？然后未来我们今天的，我印象没错啊，今天是新南向政策啊。是，所以你们的报告里面其实都没有这个。我们也按照总统的就职演说跟最近的一些，那个演说我也看得到啊。进来，我你当次长不能只看到演说嘛？是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你实际上有没有规划，因为这牵涉到人，牵涉到资金，牵涉到跟国际之间的谈判，甚至牵涉到引进一些友好的人力，我们才有办法进到这六亿或十三亿，或者像印度那边，东印度省、南印度省那边，我们有没有什么作为？搞不好还需要外交部跟侨委会的协助。可你们现在是零嘛？我这样听起来是零呐、啊。那外交部跟侨委会写的洋洋洒洒的，你们全部都给我做我们比赛，这样执政不行吧？目前新南向政策，经济部跟国发会到底有没有规划什么事情？有还是没有？是目前经济部确实有在规划，规划但是这个要有政策指导，那这个部分所以还没接是跨部会的部分还没有。杨市长，你们还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所以你们有进行规划啊？规划要等政策指导，这样绕了一圈告诉我就是没有嘛？没错吧？高副主委，好，你们有进行新南向政策的规划了没？
我想基本上啊，那个因为总统府会设立一个新南向办公室，那个我也知道。哦、我想你讲一些我不知道的。我知道，就是上位的这个那个也还没开始运作、啊、政策的定位。对，那我想我们行政院会，不管是到时候行政院指定国发会或是经济部负责的话，我们一定会全权办理。那我现在要跟目前没有嘛。是目前没有。那我要跟这个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的国家级的投资跟贸易公司，其实第一个是要配合，因为目前的五大创新产业，那个、我会到你们委员会去问你。我现在只问你，你们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我目前听到的，你们只有说要民间过半的资金，是的。然后你们是用我们的国发基金、国营企业、政府特种经济去灌入。那如果民间的资金过半的话，你如何控管这个公司？它将来走的方向符合政策方向？我们基本上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协助。不，我知道，我现在我赞成这样做法，但是你现在让它过半，我们在101，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发现这情形，就是一旦民间的企业过半，总有一天他想的跟政府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基本上我们会协调出一个主要的主导人，他是可以为什么不让你们自己过半呢？基本上我们国发基金的投资都不会超过40%。不，你如果国发基金，你里面还有政府的，还有国营企业啊，这些加总起来可以过半啊。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国发基金所有的投资都不会加上国营的，都不会超过一半。你们不过半的意思，其实他就不用向本院报告了啦。是，大概就这个目的而已。我们应该是要想发挥民间企业的力量，就是不过半就不算国营事业，就不用向立法院报告。但是我担心是国家资本被私人控制，这点你们自己去注意哈。谢谢两位，我请教外交部长李部长。几个简单的问题请教你哈。王委员好。第一个，今天早上有个新闻快报出来，我看得不太了解，怎么会你肯定的回答外交部不再推动陆联工作？他是问我说是外交部要不要参加联合国。我们外交部并没有预备参加联合国，我们还没进去，你也没办法参加。我的意思说，外交部会不会推动陆联工作，跟外交部能不能参加联合国？参加联合国是国家的，也不是外交部在参加的嘛。对啊。那到底推动陆联的工作，在你的任内要停下来吗？我们的目前还在规划中，我们是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相关组织跟他活动，相关组织，所以陆联的活动，像 WHA 也是联合国相关，陆联的活动会不会暂停？陆联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目前没有推动陆联的战略规划，没有。那过去几年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丢发函过去，希望给我们参加的机会？也没有。过去八年的做法大概都是请友邦发声来发言嘛，是吧？那我们现在做法会不会改变？我们现在还正在思考中，如何的这个让不是，因为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对，如果外交部决定推动陆联的工作停下来，那是一个战略或者一个很重大的政策改变。过去行礼如仪哈。对啊，也没有什么成功，我也不见得赞成那种做法，就每年在那边耗损。但是你不能随便说你们要停下来。入联是从来也没有做过，除了在2007年曾经做过一次。所以2007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推动入联的动作。对。那你目前的规划对入联的工作，还是会请友邦发言，还是整个这个部分先把它停下来？我们目前的大概就是，大致还是就于这个参与联合国这个有实质意义的参与。部长，我真的建议你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困难，是也不是我在那边逼你，你明天就变联合国的会员国，不可能。但是我是要告诉你，就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相关的组织，这是我们的目前的最高目标。对的。但是在战略战术上，你不能动辄就宣布说我陆联工作的推动，就不动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宣布，对参与的工作还是在继续中的。另外哈，只是策略上还没有完全定案。你们今天的报告，你今天报告是写的说，在巴拉圭的部分还在写说是不是要顺访，还在规划当中。可就我了解，出访巴拉圭、巴拿马跟过境美国两个城市应该是定案的吧？巴拉圭跟巴拿马两个是定案，定案的，因为两个是邦交国。我们也当然在一些细节的节目中还在跟对方之上。那美国两个都市还没确定，美国还没有确认，还没有定案，包含在境内的活动都还没确认下来，都还没有定案。今天我们讲新南向政策，我也看了你的报告，我这部分我先请，在请这个侨委会之前，我先请教你，是
我们在东南亚的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我有接到一个讯息，看龚局长能不能确认，他们的商务人士要申请入境到台湾的签证很难，有时候常常就是不会准，有没有这个情形？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南，刚刚您提到的是南亚国家嘛，南亚国家有些是我们算是对我们这个签证的类别哦，是列入第三类，并不是属于是友好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做法，但是在技术上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新的调整。那个主席，抱歉，借我两分钟哈、哦。目前两分钟，我们现在要推动新南向政策，就那边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他们很多属于华人第二代的财团要申请来台湾做商务的时候，齐程排好了，签证没办法过。这个问题我要列入检讨。他当然，你把它列在第三类，跟我们不一定友善。我认为马来西亚是我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免签给他的，是免签给他的。对，那他们怎么会反映到我这边说签证有困难？当然是其他南亚国家，其他南亚到那些地方，其他南亚国家他会有困难。我们整个签证作业可不可以整体把它审视一下？因为这是双向的新南向政策，你们可能这块要出力哈。我最后要提醒那个侨委会一件事情就好，你们的报告里面提到哈。人才的培育，特别讲培育了侨生200,000人，然后呢，那个都是在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他们的人来到我们这边读书，你们补助他们。是。那事实上，这个不见得是你的业务，但我是提醒我们整体政府，我们若要南向政策，不管印度或东南亚，台湾有将近500,000的新移民，加上他的子女有将近100,000，这是我们台湾新的多元的活力力量。可是哈、哦，你我给你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台湾，我们现在讲南向人才是最重要，不只是官方的人才，民间人才也非常重要。在目前台湾的大学里面，有东南语学系的只有一个半，哪一个半呢？暨南大学有个东南亚系，跟一直到所，它里面一部分摸到东南亚语。高雄大学有一个学士班是东南亚，叫做东亚语文学系，语文组。所以我们国内有这么多。来自于那边的新台湾人，是我们国力的一部分。结果我们训练侨生，却忘了在台湾有一批我们值得骄傲的，不管他是来自越南，来自于什么国家，他们的语言文化跟他生下的孩子，是我们国力的一部分。结果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针对这些国家的教育根本都没有，母语教育现在在讨论。然后呢，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有关东亚语言学系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事实上。只仰赖单向的侨生是不足的，这份是不是侨委会跟教育部那边思考看看，把他那个人力的培养补充上来？好，谢谢主席，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好，下一位，请刘世芳委员质询。我们委员会待会10:30休息10分钟。谢谢主席。我想请外交部的部长，还有经济部的次长，好吗？外交部部长、经济部次长。刘委员早。是，部长早，次长早，哈，很辛苦。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新南向，哈。那在几个部会里面的报告都有提到，大概是包含东协十国跟南亚六国，哈。那我想要直接问一下，就是我们之间的整合其实是到目前为止根本还没整合出来。刚刚国发会或者经济部在报告的时候都有提到，好像有这样的新南向政策，但是事实上呢根本还没有点火，所以根本不晓得怎么做，所以每个部会呢其实是各行其事了。我先来问一下部长，部长在东协十国跟南亚六国你是不是本身都去过？你有没有都去过？没有。没有，你哪一些国家没有去过？我越南没去过。你越南没去过？辽国没去过。柬埔寨一定也没去过嘛。汶莱有没有去过？汶莱没去过。汶莱没去过。那印度的话呢，可能你只去过印度吧。也没去过。我是转机过。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都没去过嘛。都没去过。是。那您也了解，在这些国家里面，每个的语言啊，除了一般我们共同的这个英语国家以外，其实很多不同的语言。所以很多立委也提到了，我们在东南亚语文国家的这个培养其实相当重要。对。那其实呢，我也要请两位看一下，现在台湾呢在有区域经济整合状况的这个部分，下一页，好少哦。
新南向政策相当的少，我们都知道我们跟新南向国家其实也都没有任何的邦交关系，那没有邦交关系的话要走新南向其实很辛苦，因为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的话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经贸，不管是软实力，不管是进口或是出口，其实会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你看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生效的这些区域整合的概况其实相当的少，没有半个呢是跟我们新南向有关的。那怎么办？我们可以突破吗？还是很困难，因为我们都受限于中国给我们很大强大的压力。好，那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新南向的东协十国跟南亚六国的这我们外交部的人员，如果要处理相关的外交概况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受到中国强烈的打压？包括我们要处理新南向，这个部长您怎么回应？这个向刘委员报告一下啊，刚才这个委员对于这个国发会还有经济部的垂询啊，我觉得是因为今天还是政府上任的第20天啊，所以很多这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了。那我想这个整合的工作我们一定很快的想办法把它做起来。那部长，那在东南亚的每个国家的情形啊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对我们的限制非常之多，有的呢在实质的交往呢相当的密切，所以是真的是这个每个 个案呢都不同。那整体也诚如陈委刘委员所说的，的确相当的困难。可不可以外交部担任先头的部队？因为外交部有很多驻外的人才啊，一定要。如果你没有办法担任先头的部队，可能跟我们侨委会很多侨商啊，在那个地方担任先头部队的话，恐怕没有办法遂行其事了哈。那同时我也要建议一下，我们有很多驻东南亚跟南亚代表处的这个概况，它的名称呢都是用台北。好，台北的经贸代表处、台北的经贸文化办事处、经贸贸易的经济贸易办事处跟经济文化办事处哪个层级高，还是只是名称的关系而已？我想当初这个跟这个驻在国政府谈的状况不完全一样了，甚至大部分当然还是用这个经济文化代表处为普遍。是。是这样子哈，我们很希望说这些不管他是打着这个什么样子的名称啊，还有甚至印度的话就叫经济文化中心呐、啊，能够呢毕也证明乎，希望能够提高层级，尤其是我们如果可以打一个国家队的话，可能外交部呢也不会呢被排除在外，而且可能是要担任先头的部队了哈。那因为这样子的部分，其实我就会想到一些问题哦，我先请这个经济部的这个次长哈。市长，您在这个书面的报告里面有提到，东协有十个国家里面，其中已经有七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局长级以上的经贸对话平台。那另外还有三个国家，包括汶莱、寮国跟柬埔寨，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是有什么原因吗？是需要外交部来帮忙吗？因为我知道像柬埔寨，外交部也没有任何办事处等等这些，还是经济部就可以自己处理了？是，刚刚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确实跟东协十国有七国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在。那现在提到的这三个国家呢，在过去基本上它是因为它的市场的规模等等的因素。那未来当然这个新南向政策之后整合了之后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三个国家能够有进展。那包括南亚的国家也是一样，那南亚六国里面呢，目前跟印度已经有次长级的一个智商会议。那其他的五国我们会继续努力。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经济部哦？当然呢，我们都是以国贸局啊在外面的这个打前锋了哈。是。可是呢，如果有一些比较软性的哈，因为在你们的报告里面都提到我要走的是电子制造业等等这一些，但是过去的几天呢、啊，我看其他包括这个交通部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位都有提到，我们如果是文化、观光旅游或甚至是医疗。这是台湾的强项的部分，除了我们语言上面需要克服现在我们当地的语言有这些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之外，包括穆斯林的市场我们也可以进去哈，甚至我们有参展相当多的这个部分，可是呢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甚至呢有的是地方政府自己走在前面，然后中央政府呢其实是只是在后面跟啊，我觉得相当的不好。不管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贸易就是有来有往嘛，有进口有出口，不是只有说我全部都集中在电子产业，我看到这个这个经济部的报告里面几乎都是全部集中在原来的传统的电子产业，像汽车零配件啊、机械啊等等这些，但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文化、观光、医疗都可以，
我为什么跟次长跟部长这样讲呢？在高雄有一个例子，我们高雄有名医啊，他已经有名到印尼的皇室愿意搭包机，整个家族过来高雄，在小港机场落地，然后跑到他的医疗诊所去接受他的治疗。但是呢，这个医生呢，他很会做公关，他跟他讲说，留在高雄多三四天，因为这是有钱的家族，整个百货公司绕一趟就可以有100万以上的进账，太多的这样惊人的利益。可是我们事实上都没有帮忙，为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落地，这个他们的这个皇家都有小的飞机嘛，可以落地，结果都没有办法落地，还要我们个别个案去处理。所以事实上，这些我们自己已经很强的强项的部分，但是经济部似乎没有办法跟农委会、交通部等等做成所谓的国家队，在真正实质经贸上面来帮忙。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麻烦我们的经济部可以以国发会为主，这未来的新南向政策呢，千万不要留在以往，我只是在推销我的贸易，看能不能去开个中小企业的工厂，开个纺织业，开个电子零件，不是这样子。台湾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元化，除了语言教育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创造相当多的利润跟商机，可以吗？是非常同意委员的意见。那未来的新南向政策呢，它有一个重点，除了刚刚委员提到的部分呢，但会把多元化列入优先的考虑，那就是跨部会的以行政院的层级来把这个政策规划做好。我相信各部会合作以后的这个成效呢，会更明显。另外，在印度的部分，我想问一下，印度我们现在有哪一些厂商已经先过去了？这是麻烦我们贸易局来说明一下。那部长您先休息。哎，报告委员，现在我们在印度投资的台商，如果加上直接由台湾去的，还有间接从第三国去的话，加起来大概有80几家，那么投资的金额大概有15亿美金左右。但是都是集中在电机电子是吗？基本上是以资通讯、电子产业、机械设备这个为主。那还有再来的话就是。鞋子就运动鞋，还有纺织品，这是不是都是我们传统国贸局在推动的范围？那您知不知道中钢公司非常早以前已经在印度设厂了？中钢公司已经设厂3年了。中钢公司难道不是属于我们经济部下面的国营事业的一环吗？是的，现在所以他们的进出口贸易不算是台湾的吗？的我要建议的就是，未来组织国家队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国营事业忘掉了。国营事业里面，他们其实基础是相当的好，好。但是基础好的时候，如果没有在经济部往前的代替他带着他们一起往前冲的话，他们自己去寻求出路。只有中钢公司比较强，他可能可以在越南、可以在印度等等地方投资。但是我们的中油呢，好，或者是我们甚至台糖呢、台盐还台肥都跑到中国大陆去，他们为什么不往东南亚来发展呢？所以这个部分恐怕经济部自己在整合国营事业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个新南向政策的考量把它容纳进来。因为我们的国营事业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些人才，也可以来好好的利用，不要让它只有在国内，然后产生很多其他的弊端，甚至是要我们花了很多的这个公务预算来解决他们所留下来的问题。好，是不是可以请次长也来处理这方面好吗？是，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已经在规划当中。这样子，希望能够继续加油。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国营事业到后来就是全部民营化，然后民营化就变成私有化，私有化变成财团化，反而让很多工会来诟病，好吗？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接下来请林长卓委员发言。我们请侨委会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委员长，还有谁？其他等一下，如果讲到其他部会有相关，再补充好了。好。嘿，委员长你早。我想，首先时代力量主张侨委会应该要整并，但是我相信我们指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侨务的工作，而是说让这个事权可以比较专责专业，那让工作的焦点比较精准一点。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我举例来讲，例如说有很多这个侨委会的这个也提到的外交工作，那这些外交工作跟外交部的外交工作，到底我们在不一样的事件应该要出哪一张牌？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致的策略。例如说遇到一个外交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是要透过正式的邦交国，
还是非正式的盟邦，或是透过侨领，那这些的这个怎么样是最好的这个一张牌，应该是由外交部部长或是外交部来决定，这是我们这个的理念。那包括跟经济部可能有重叠的部分，例如说这个帮这个台商融资啦、贷款的这个事情，我想今天经济部也在这边，应该侨委会认为说自己在这一块会比经济部还要专业吗？谢谢委员，这个问题很重要哈，也很好哈。事实上，我想我们政府各部会之间大家都互相协调合作了哈。那我们外管大概有外交部同仁、侨委会同仁、经济部同仁，还有其他部会同仁嘛哈。那大概馆长会看针对每一个事件的个案哈，那么内部管务会开会，然后大家协调怎么去分工进行。我在这边，我想这个到底是不是诊病比较好，这个我们等到未来在审议的时候，我们再细部来讲。但是这边我要先跟您提出一个要求，可能侨委会的报告要能够有一个评量的标准，是，就是以目前来讲，我收到的报告几乎每一份报告都是说，这个华语文教育，补助海外台商招募侨生等等，那这些业务每年除了过去十年以来已经被这个立法院预算中心说这个有这个浪费公帑之嫌啊，这个绩效不彰等等，那我知道侨委会每年也都在努力，但是我还是认为说他因为这个事责不明，导致大家很努力，但是他的绩效还是每年被批评不彰，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去研拟一个绩效的评估测量的表，例如说透过侨社，因为这个按照刚刚这个委员长讲，其实我们跟经济部跟外交部应该是都有协同合作嘛，很多资料大家可以共同研拟嘛，所以就是说透过侨社跟透过外交其他的手段的方式，绩效上面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过去几年来，在不一样的事件，我们花了多少的这个成本，有多少的效益，应该要有些数据量化的一个标准啦，要不然其实我们很难知道说，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好，是，或是说这一件事情透过这个侨委会，还是透过外交部，或是说这件事情透过经济部还是侨委会比较好？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量的标准？而不是每年，其实现在看到的报告都是以作文为主。是，那我们来有一些数据可以去评量，说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委员，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想大概就是现在传统上我们的报告大概都是属于比较这个直化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了哈。是。那我想您的建议，我想以后我们侨委会大概提供一些数据，我们会用往量化的分析、量化的方式来呈现、来做比较。我想我们外交手段有很多种，那协助台商的手段也有很多种，那我们投入不同的资源有怎么样的效果，那这样子一个表格化的状况，我们比较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还是侨委会做比较好，或者说其实这就是诊病到外交部，这就是到经济部，这应该会比较能够来评量。那我想今天毕竟是针对新南向政策，是，那新南向政策这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让它更专业化，当然我本身认为的这个侨务概念跟世界各国我相信是比较相像一点，就是认为对象就是国民本人或是一定血亲范围旅居国外的对象，去对他们提供特定的服务或协助，那透过他们去拓展一些国际上面国民外交的可能性。但是侨委会目前宗旨至今都还是以这个4000万华人为目标，那这个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这个业务来说好了，我们不要说去服务他们啦，我们就以侨委会之前的这一个这个说法理念来说，我们希望从这个里面吸引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是当成我们的人才库。那我们以这样的框架来讨论的话，新南向政策在东南亚华人的比例排行来看，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这些大概都是上百万的华人啊。那这些华人都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我相信委员长也知道，泰国以佛教为主，菲律宾以这个天主教为主。我相信当地两边的这华人，他们的生活、语言、习惯什么，就一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在这一份报告里面没有看到针对新南向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实事求是来讲的话，我们的目标市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结构？每一个东南亚国家跟南亚国家当地华人社会，他们生活习惯是什么？文化风俗是什么？当地的华人从事什么产业为主？这个要有一个我们的目标市场要清楚，才不会我们永远就是拿着我们的课本，希望去教人家台湾出的华语的教育嘛。
我想我们先知道目标市场，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他们到底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他们的产业结构大概是哪些，那我们才可以去定定说我们要怎么吸引他们来台湾，吸引他们认同台湾，一定不是只有教育一个方法。那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些东南亚跟南亚的这些华人社群以后，再来去思考说我们现在的业务到底是不是绩效够。也就是说以这个华语教育来讲，我希望接着可以看到的报告是在这几个国家里面的华语教育我们面临的竞争者是谁。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啦，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在那边提供华语教育还有谁，一定有这个当地，例如说泰国的公私立的华语教育机构嘛，还有中国他们提供的嘛，那还有没有哪些地方当地的华语社群一想要学华语会不会马上想说来学台湾的，这个要有一个排名。当地的华语社群他们一想要学华语第一名是想到谁，例如说在台湾学英文也许有什么地球村啊，有的没有，当地学华语的指标性的机构是哪些，我们排在第几，那我们排跟别人的优胜这个优劣之处在哪里，这个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这个量化的这个对比，我们才可以去想说也许教华语不是唯一的方法，说不定哪一个国家他是喜欢台湾菜啊，也许那边的华人他就是喜欢做菜，也有可能，这个你要经过对市场的分析再来去思考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内容去吸引他们嘛。那所以我想业务内容的绩效再包括像吸引侨生也是一样嘛，我们面临的竞争者又是谁，这些国家的华语社团华人社团社群他一想要出国念书留学他第一名想到谁，台湾排在第几名，为什么我们都排在第几名而不是排在很前面，那这个就要有一个比较，所以吸引他们来念书是不是我们的优势，还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这个要还是要有一个量化的。所以最后我想看了，因为从这个二月到现在几份报告下来其实重复性很高，那我也不太希望说在这个质询的过程里面只是针对同样的事情，因此今天在这个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可以吗，还有两分钟，好，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建设性的方向，那与其说一直不断的是重复类似雷同的内容，我觉得有一些量化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这个是不是有需要调整，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到其他部会，然后哪些是可能要删除，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件事情，例如说现在台湾年轻人很多对韩国有认同感，那不是透过韩国说来灌很多人侨胞，他们可能是透过流行文化，那经过我们这个数据的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要去吸引这些人来认同台湾，教华语教育是我们最强的吗，或是我们以目前的这一个能力来讲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一些不管所有的跟外交部的绩效对比跟经济部的绩效对比，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华人社群里面我们目前做的事情的绩效评估跟竞争者的绩效评估，那这些东西是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实在的这个内容，那我相信这样子也可以促进侨委会未来的这个进步，不管是有没有整并啦，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这些业务应该是要钱花在刀口上，那绩效越来越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我们会照委员的指示，大概以后我们的报告可能就要更深入，要比较，然后要知己知彼，这样的话这个报告才有意义。好，我想我们会照委员的指示来办，好吧？谢谢委员。好，好，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新主席先邀请李部长。好，江委员早。好，部长好。好，我简单很快用一个问题，前面也问过了，就是这个冯部长他的40,000枚这个炮弹说啊，我看已经引起啊美方的担心了。那周边国家应该也都在注意，国际媒体也开始注意啊，很多媒体都来问了啊。我请教一下部长，虽然你在当天会后你就发了一个
对外的这个算是说明了、嗯，也跟美方 AIT 有讲、嗯，对，但是显然 AIT 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事情恐怕会有后遗症，对不对？所以你也点头了嘛，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哦，之前呢、啊，马总统或者是我们这些国际媒体登太平岛，其实老实讲，那个是增加我们的曝光，不是要去增加整个区域的紧张。可是这个啊，不用去登啊，你只要讲一句话、啊，就增加了区域的紧张。更何况也不能因为说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运补啊，对不对？所以等于实际上告诉国际上说，我们常常都在运补炮弹、飞弹、子弹到这些岛上面去的。所以接下来外交的处理很重要，部长。是的，对不 对？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想。我们新任的高代表也到了华府了、嗯，这个我相信这两天，我是很担心美方会高度不满，就是还好，因为第一时间呢，我们在讲这个事之前，美方完全不知情，是，所以还好第一时间我们之前呢、啊，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登太平岛什么 的、对，其实都有知会啦，嗯，这叫外交的召会，对，但是冯部长这个失言啊，老实讲。真的会给台美关系带来一点麻烦，可能还不止一点。部长，你可能将来的责任更大了。外交上你要怎么处理？我想就是，是我们第一时间呢跟美国已经表达澄清我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嗯、那我相信我们驻华府的高代表也会把同样的立场再一次的向美方的高层啊做相同的表达。那。部长，你认为这个事情会不会，这个要怎么，它延续接下来大概会延续多久？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措施，能够让美方甚至是周边国家不担心？我想基本上，因为我们要讲说，部长您刚才讲，我们要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嘛，对，你的外交政策是这样子的路线嘛，对，对不对？积极务实和平嘛，结果我们自己的部长讲出来这样的事情，虽然说他不认为那是泄密。如果不是泄密的话，那美方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出来说他们在担心呢？是啊，对不对？这个因为美方对于这个南海地区的这个，他们是高度敏感的，高度敏感，完全正确。对对，像前几天在香格里拉的会谈中间，我想这个美方跟这个中国大陆方面也有很多的争论嘛。我想我们报上都看到了。我建议你啦，是这个事情也透露出来一个啊。就是说，怎么样化危机转机了？跟美方讲，以后啊，邀请我们参加香格里拉会谈，让部长去了，去那边当面沟通啦。这个大家争取发言权了。这是英国的那个 IS、啊、WIS 对，请美方跟 ISS 讲。哎，对 ，IIS 啊，对啊，那个他跟那个 那个什么，Chipman， 英国的那个战略对战略研究中心，对对对， WIS， 还有跟新加坡他们合办的，对。哦，去争取这个机会啦。对啊，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参与啊，好不好？是、哦、部长你请回，我接下来请一下我们那个国发会的副主委，还有经济部的次长，啊、哦。喂，好。好，副主委，这个啊、哦，你们今天来的这个报告，我实际上。好几个部会都有报告，但是你们的是最担保的哈、哦。我再次强调，这不是页数的问题，可是这个内容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元首外交跟新南向。元首外交当然外交部负责比较多，新南向的部分，我的假设里面，我认为是国发会在主导。可是很显然的，不是你们，你刚刚也讲不是你们，经济部也说不是你们嘛。对对跟委员报告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行政院的指示。可是。这个新南向已经讲了多久了啊？从520之前就一直讲，一直讲，啊，讲到520之后，结果我昨天质询林院长，林院长说他也不太清楚，他也没有接到上面给他的交代，他也不知道新南向办公室成立了没。然后今天来，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也是各写各的报告啊，经济部写你们的，国发会写你们的，陆委会写他们的，外交部写他们的，啊，其实很多内容都是以前做的啦。完全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唯一你今天提出来新的叫做，比如说你有提到两点，这两点，一个叫打造台湾经济发展新模式，这个一共的啦，这个大家都会讲，
比较具体叫成立国家级投资贸易公司的，但是这个 也完全不成熟啊，哦，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公司啊。我昨天也问过院长，也问过你们主委，讲出来都是很空泛的答案。我直接问嘛，到底新南向办公室成立了没？因为我今天我是没有发通知给他，为什么没有发通知给他？我们看一下总统府的组织架构里面根本没有他，根本没有新南向办公室啊！我要如何发文？我要发给谁？发给国安会吗？所以我只好发给你们。可是显然你们也不是，啊，行政院也不负责主导。所以像这种事，我也建议，我昨天也建议林院长，应该让行政院副院长来主导嘛。总统府总统讲一句话就可以了，行政院马上就可以 Task Force 马上成立啊。为什么要搞一个新南向办公室？结果新南向办公室说要找前部长黄志芳来担任主任，他上任了没？你们知道吗？有没有找过你们开会？我目前没有。没有嘛？是。那就写他要担任啊，他要担任主任啊。结果这个主任到现在也没有找你们开会。这么重大的蔡英文总统的新南向政策，主任没有找各部会开会，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幌子，是不是？我想，因为我想新政府就任到目前大概19天，很多事情应该还是在规划之中。可是这已经规划超过4个月的啦，更何况这是他的竞选政见呐，这是一个重大的政见，外界都是这么看，不是只有我这么讲。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讶异，今天居然这个新南向办公室，你说要成立到现在没有成立，各部会嘛不晓得要找谁，谁是头，方向是哪里，搞不好还认为不是南向嘞。对不对？东西南北向就是不知道是南向，否则今天来的报告不会是这样子的。更何况还有报派说他是要去当印尼大使，欸，我不晓得李部长黄那个前黄前部长有没有要派驻印尼？没有这样子啊，哦。如果是带去派到印尼，那就是把新南向办公室设在印尼啊，哦。但我意思是说，整个政府啊，几乎完全对。什么叫新南向？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包括昨天的林院长，我问他说：“那新南向到底是不是新的阶级用人？”他说：“不是。”那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那我今天问各部会，各部会是负责执行的啊，你们应该更清楚才对啊。可是我把所有的报告看过，包括经济部非常详细的报告，但是我敢打包票，这里面80%都是旧的，80%都是不是现在在实施的，就是以前实施的，这不叫新南向。这实际上是既有存在的南向，哦，所以今天你们各部会来，如果今天这个办公室主任再不出来讲，再不成立，再不挂牌的话，我看这以后不要讲，不要再讲新南向政策了，好不好？就是既有的南向政策就好了，哦，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哦，我想其实扩展那个新兴市场其实一直都是其实政府努力的目标啦。那我想现在内外在情势其实有明显的转变，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在扩展东协市场还有这个印度市场里面，政府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现在正在规划研拟中。你们有拿到方向了吗？有上面的指示方向了吗？没有嘛。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本于我们各部会的权责。权责对。那问题是你跟他讲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那你们的权责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根本没有拿到新的指令啊，对不对？好，你听谁的？上面有谁给你指令的吗？新南向的政策方向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啊，你也不敢讲啊，因为你讲的万一不对怎么办？对不对？好，来，那个两位请回，因为我也问不出什么东西了啊。来，我再请一下，请教一下我们李部长，抱歉，部长辛苦一下啊，因为这个。大概只有你能够回答了，啊，刚才啊，很多委员也提到了我们的外交路线，那你刚回答的其实叫做积极，跟什么？和平。和平，啊，那其实在我看来，尤其你今天特别强调啊，你的报告里面第一段是你自己写的，是写得很好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两个字务实，对，所以其实就是务实外交啦。就是务实外交了啊，我用什么名字，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了。但是务实外交底下，你如何推动元首外交，这是我所关心的。啊，你当然提到说蔡总统有他的优势，有他的魅力，有他国际的曝光度，我同意。但是
在整个目前的国际环境跟两岸情势底下，我只问一个问题：元首外交会不会遇到中共的打压？我想会不会？我想这个是难以避免的，难以避免就是不可能不会了。对，所以遇到了他们的打压，你如何破解？你如何让蔡总统走出去？尤其是非邦交国，非邦交国部分你怎么处理？因为邦交国几乎都没有问题。对，如果邦交国也走不去的话，走不过去的话，那完蛋了。所以说我在整篇中间啊，我一直强调务实可行这两个，这四个字。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什么这 paper 啦？我想是，这我们也才上任二十天嘛。对。反正我想也就是。那部长这样问好了啦，他除了这一次这个到巴拿马巴拉圭之外，今年会不会有再有其他的出访？今年恐怕也很难，因为没有钱了。哦，因为没有钱，主要是没有钱的关系。是啊。那如果假设经费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希望他可以到哪里？因为根本没有钱，所以根本就那明年呢？不会考虑。明年有没有规划？明年当然一定到了下半年，我们要去规划。会是以邦交国做有做主要吗？还是以邦交国为主？那非邦交国部分有没有？非邦交国没有这样的规划。以前我知道他都是透过很多 bypass 的方式的，对啊，比如说去加油啊，去过境啊，或者因为什么样特殊的邀请活动啊，这部分有没有？还是说到国际组织有没有？目前还没有，都还没有。对，像之前李登辉总统时代，他有度假外交啊，啊。那当然，那他也是开创元首外交的。对、啊，我想时空背景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以目前的时空背景，有没有其他，比如说视讯外交啊？这个当然我们都会在考虑中了。啊、哦，我想外交是当然要融合时代背景，但是我们希望你有一些创意、当然，好、哦，务实是务实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务实的情况底下发挥你的创意了。对了，大家所以啊，可能、啊、多找一些年轻人哦，想想看看有什么好的点子哦。对。能够走出去了，是要有点亮点。好好，谢谢。好，谢谢江委员。刚才有宣布哈，我们10:30休息10分钟了。好，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继续开会，下一位请蔡适应委员质询。主席，那个能请我外交部部长就备询台。李部长，请备询。好。蔡委员早。哎，部长早安吼。首先第一个吼，先跟部长报告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这边质询我们部长的时候，有问到这个我们理事事务局推的这个官方 LINE 的这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对，局长你晓得，当时我有问过我们在座所有的外交部的官员有没有加入一下这个 LINE 哈。我记得部长有讲说回去邀请大家参加。我再问一次，我们的这些外交部的官员加入这个理事事务局的 LINE 了没有？有，来你们举手一下，有加入的请举手。那还是好，谢谢。哎，部长有加入了吼，太好了吼。为什么要这样讲吼？当天我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才两三万个人，没多少。现在暴增到40万人，66万人了，从0.7%涨到4%。我发现我们在立法院质询还有这个好处吼，就是说会让更多的这个国人了解到理事事务局的这个 LINE 吼。但是因为你暴增速度太快了，所以网络上又出现另外一个文章说这是假的，所以你们要来宣传一下哦。麦克风这是 gay 好。接下来吼，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新南向啊。首先，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哈，刚才我们几个委员有请教部长说，这个10个国家你去过哪个国家？原则上你们都没去过嘛，对不对哈？好，有去过几个啦？哦，去过几个哈？来，重点不来，重点是在边哈。我们十个国家里面，东协十国里面，我目前我的了解，我们的柬埔寨跟寮国目前还没有我们的代表办事处嘛。我们想一下我们的亚非斯好了，亚太斯，亚太斯司长也一直在旁边好了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两个代表处的部分呢、啊？就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是认为有没有必要设立？我们当然认为有必要，而且我们也有兴趣。我讲的有必要是说，因为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到时候设不是设那个一人管、两人管那一种的哦，是实务上它确实也跟我们台湾未来在推动各方面的交流有必要。对，尤其是柬埔寨，我们有这么多的台商在那里。柬埔寨哈、哦，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柬埔寨新娘在台湾 ，OK， 所以的确有这个必要了。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司长在旁边哈，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进度的一个谈判的，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
时间到了会跟大家报告。好，有在谈就对了。有在进，有在有在进度哈、哦，今年应该可以吧？这个目前没办法。加油哈、哦啊！结论就是这句话，继续努力，尽速推动哈、哦。好，接下来哈、哦，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部长哈、哦，从你就任完之后，我们开始有几位的大使，我们目前在做跟动嘛哈、哦。目前来讲，我们东协十国家、南亚的这些国家，有没有大使被换过了？被调动了没有？到目前还没有，没有嘛？我记得是没有。我也跟这个主管次长讲过了，我要好好认真检讨他的这个适任性如何。好，为什么这样讲哈？我这里有一个表格，是我们全部的这个原则上这十个国家哈，东协十国的主要的一个大使哈，我一个一个问哈啊，部长你觉得可以讲就可以讲哈，因为是涉及到人事的任用哦。我们的驻文莱代表处哈，万家兴万大使啊。刚就任而已嘛，吼。对对，所以他应该不是在现阶段考虑调动的范围吧？我想应该还没有嘛，全部都是在检讨中。哦，全部，所以也有可能被换掉喽。那我们的驻印尼代表张良任，2014年就已经就任到那边了，是不是有列为检讨？我的了解是不是他已经申请退职啊？还没有。还没有，他还没申请退职嘛？但是好像应该要列入检讨嘛，对不 对？哎，再来就是我们的驻泗水的代表总领事萧胜忠，刚刚去啊，刚去而已嘛，就跟这个一样，2015。我们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2015年9月，对，也去不到一年嘛，哈，这个有没有列入检讨？有，也有列入检讨。那驻菲律宾的大使林松焕，2014年9月，这个比较早，有列入检讨吗？我们全部都会列入，这个也会列入检讨。那我们的泰国大使谢武桥，2015年7月，去年还不到一年嘛，这个有列入检讨吗？全部列入检讨，这个也会列入检讨。检讨是会动哦。会不会动要我也要斟酌。不然你应该是先确定，部长这样讲蛮奇怪的。我应该是往名单里面先确定我会动的，我再检讨说有没有要怎么换嘛。啊，没有动的就先留任呐、啊。不，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是整个的东南亚我们会严格检讨。哎 ，OK， 好。再接下来我们的新加坡代表，张大同张代表，他说在5月19号已经请辞了嘛，对不对？那继任的人选确定了没有？在这个征求驻在国同意中，在驻在国同。那我们的人选总统还没核定吗？知道了吗？总统晓得了吗？原则核定，可以先公布吗？不可以，不可以哈。好，没关系。那我们的驻越南代表河内的大使石瑞奇斯大使，这个也是刚去嘛，哈。对，这应该不是列在这一波考虑的嘛。好。我们的驻胡志明的总领事梁光忠，2014年哦，去了也快2年了，这个会检讨吗？这个也会。我想总领事不在检讨。总领事不在检讨范围内。好，我们的驻印尼代表的大使田中光，哦，去很久了，2013年，这个会不会检讨？还是绩效不错，继续留任。全部都会检讨。对，这个会检讨。好，田大使是很积极认识的。OK， 好，那驻缅甸的代表还没任命嘛？对不对？还没有任命。那名单确定了没有？名单本来确定的，今天早上告诉我说他又没意愿。哦，哇，那真的是果然这个地方不大好弄哦。好，那像驻缅甸的代表需不需要驻在国同意啊？不需要，他不需要，不需要他不需要，是不是？不需要。我想问一下，再确认一下，我们的缅甸代表处正式的名称是什么？叫什么？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哈，好 ，OK。那为什么有一些代表处要驻在国同意，有一些不用？驻在蒋老师啊，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都是无邦交国，对，没错。无邦交国中间有一些跟我们的关系比较特殊，因此呢，他们期待我们事前知会他我们的提名人选。这有点类似这个准正式外交关系就对了嘛，善意的表示。因为我基本上是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会希望经过这个程序，所以我认为有这个程序是好的，对，代表彼此的尊重了哈。他如果我们派谁去他都不 care 的话，代表他也不太重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加强的空间呐。对了，好，再接下来哈，就是在讲这几个大使哈，我们的努力的工作情形哈。目前这一个是我们东南亚东协南亚国家的签证情形哈。我们要推动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两边的这个两国的人民的往来要非常的方便嘛，吼。那我想问一下部长，就你的观察来看，吼，我们目前推动的几个我们台湾签往这些国家，有些是落地签，有些是免签，有些是电子签证等等，吼。你认为就目前来讲，我们台湾前往这些国家的部分，有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再改善我们跟他们的签证关系的？
才是觉得说台湾去的部分大概都还 OK 的。像越南，我想就我们很需要。越南就是需要可以进步成看似落地签或免签证嘛，对不 对, 對、啊？所以越南在努力当中。对，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一些国家的人民到台湾来，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改善进步的空间？有。哪些国家你觉得我们可以 再跟他们谈一下的，或者是延议的？像目前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来不是已经免签了吗？不，报告委员， hey, 我们是刚刚部长提到泰国是我们是最优先。泰国希望就是也让他们可以来的时候放宽他们签证就对了，是不是？对对。那还有哪一个国家？现在接下来是菲律宾跟印尼。菲律宾跟印尼现在还给我们免签，那我们现在也在考虑给他免签的待遇，或者是落地签或者电子签证嘛？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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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就是泰国、菲律宾跟印尼这三个是我们目前最优先。对，最优先是泰国。对，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大概什么时候比较明确的答案出来？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我们跟泰国啊是认为是他比较条件成熟，那这个还需要双方在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应用一个筹码了。好，因为他现在是给我们落签，我们也想办法，希望能够更好的，就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进阶，他也进阶就对了。好，局长你加油哈。在接下来第二个事情，我要请教你哈，这个是我们驻在国代表处的这个网页啦哈，我们的驻越南代表处这边哈。我有看到，我们有中文、有英文、有越南文。好，那我们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驻在国、对我们当地人民、对我们要如果查阅网站的话，我觉得还算清楚了。印尼的部分，哈，部长你晓得吗？我们有没有印尼文在里面？没有吧？没有，其实上是有混在一起啊。所以一般当地国的国民如果上我们的网站看，他其实看不大懂，就是偶尔有印尼文，偶尔没有印尼文。哦，那我在想，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努力，我们就要推南向政策。我们自己在他们国家给他们看的网页，我们总要自己稍微介绍清楚、详细一点嘛。但还有另外一个，泰国连个泰文都没有，哦，比我刚才讲的印尼的代表处的内容还更加的欠缺。这个我们很快的把它改善，好不好？我觉得这有重要性。如果认为我们认为说我们对于这几个国家是重要的，我们要经营的国家的话，至少我认为在那个部分，我们台湾的。这个代表处的网页里面至少把泰文也放进去嘛，就他们国家里面，这个非常有道理。好，再来，为什么要这样讲？后面有个沟通的平台，目前在台湾外籍劳工人说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啦，所以这四个国家的人民的语言的在台湾有一定的人在使用。就外交部的立场来看，有没有考虑在台湾设置这些国家的外语频道？想一下，我想应该要考量，有一定的市场的话就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对，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政策规划，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哈，我们在新南向政策里面，我们是不是考虑在东协十国家、南亚这几个国家里面设置所谓的台湾频道？可能应该有一些啊，它在网络上可以。现在是网络而已嘛，哎，对。那电视的部分呢？就是卫星电视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来推动这个政策？是这是侨委会负责的吗？对，我们侨委会主委有推了吗？我知道宏观嘛，但是宏观其实收视率很差，我在国外看都没看过宏观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要推动啊。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把它当成重点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打入他们，至少他们在看电视可以看到台湾的台湾频道，对于双向的投资了解等等有非常好的一个清楚。再接下来不好意思，主席最后一个议题就好，国家级投资公司这个是谁管的？国发会嘛，是不是？来，慢慢请你叫备询台。能不能请你简单说明一下国发会的这个我们国家级投资公司的内容？按照你们的书面的报告里面，大概写了这些东西啦，这拎下来了。好，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因为有的委员问到说，到底是以官方为主或者民间为主？你们大概说法是说民间大概超过50%嘛？那我先问你另外一个比较重要问题，我们预计有多少资本额？100，我们目前还在规划的阶段中，那就本会的规划，目前大概资本额会有100亿。100亿台币还是100亿美金？台币。100亿台币啊，100亿台币多少美金？除以三亿。三亿美金你要干嘛？是，我想基本上这个公司是扮演一个平台的角色。来，我这个给你参考了。好。类似的啦，其他国家的啦，挪威啦、
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啦、中国啦、科威特啦、新加坡啦等等，他们的投资公司或者他们叫做国家发展的投资基金等等，每一个啊，大概都破100亿美金以上啊，破100亿美金以上，不是100亿台币啊。好、哦，以新加坡来讲，4916亿的美金，中国有7562亿的美金，你才有办法去做最外的投资，才能对当地国的投资有影响啊。你刚才讲说100亿的台币3亿美金，这是短程规划还是未来长期规划就定在这个金额？跟委员报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产业创新转型基金，那这个就是协助企业做一些对外并购或是取得技术等等，那它规划的金额是1000亿新台币。那你跟那个信保基金不就类似了？不是，跟不是，因为我们会类似，我们会跟一些民间企业共同投资一些中小企业，那你为什么不要合并一起就好了？如果照你这样讲话，就合并就好了。这两个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前面我讲的就是创新转型基金的1000亿里面呢，是协助中小企业。我用政府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如果还要做一些转型升级需要的，那个是指国外的吗？不是吗？那是国内的啊。是否国内的？对呀、啊。所以你我现在讲的是国外的，你南向政策不就是推国外的吗？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问你的是国，不是问你国内。你国内要这样讲，各个相关经济部都有一些国内的基金在推动，那你那个就等于是重复的内容。我现在要跟副主委讲的就是说，对我们台湾来讲，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新南向政策要推动的话，就如同刚刚我们江委员讲的，你要跟以前不一样啊。如果你做的内容都跟以前一样，那你怎么叫新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已经不希望这个国内的资金是往外走的，而是我们希望把国外的资金吸引到台湾来做投资。这是双向的，我晓得嘛。所以我们国家的投资及贸易公司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协助中小企业怎么样去吸引海外的资金跟人才到台湾来进行投资。你这样讲、哦、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问题、哦、是，你认为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啦，是鼓励新南向的厂商来台湾投资，还是转移台湾的部分的厂商到新南向的这些区域去投资，扩增我们在当地的市占率？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国家级投资跟贸易公司不仅仅否新南向、欸，基本上那我们今天的那你这样讲就不对了。我知道你讲的内容哦。我跟委员补充一下，我们有两个任务、一个就是吸引海外的投资到台湾，另外一个就是不协助中小企业布建海外的通路，然后推动整岸整厂的输出。这一份的确是否新南向。你自己在这个报告里面哦，我们要求是新南向政策的报告。你在新南向政策报告的第二页里面的，在东协印度的这个标题下面，你讲说你要成立国家级投资公司，没错。所以我才会认为说你这个国家从印度是配合新南向政策的一个整个态度来成立的。结果刚才副主任你刚才讲的内容就是说我成立这个国家级投资公司跟新南向政策无关，不是无关，我是说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可以协助政府推展新南向政策，可是这一个公司它所有成立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否新南向。我当然了解了，我只是要跟你讲的就是说，那你这样你的新南向你的特色就看不出来了嘛。基本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你要推动，像我刚才讲那么多，包括我刚刚问的外交部，问的其他单位，就是说，既然我们要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话，你就有一连串的策略方案出来嘛。是的。那如果你的策略方案是大杂烩，跟以前一模一样，那你就不叫新南向政策了。那你跟总统所宣示的新南向政策，我认为就没什么，就没有办法落实去执行嘛。所以，当你要推动所谓的国家级贸易公司的时候，你如果讲了这么好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而且推动是国家级的哦，如果只是100亿台币的话，那你就不要讲了，你就随便一家公司去做就可以了、啊。OK， 好、哦，以上谢谢蔡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李部长。李部长，请备询。部长好。徐委员早。部长，我们蔡总统6月24号即将出访，请教部长，我们这次出访的专案名称叫做“鹰翔专案”，鹰就是小鹰的鹰，翔是飞翔的翔。鹰翔专案。
那这有什么代表什么意涵吗？就是总统的名字，然后坐飞机，希望能够飞翔，这样子，能够飞起来。这次我们是主要参加巴拿马运河扩建的竣工的典礼，对，还有这个巴拉圭。那我们在巴拿马各项的场合对我国的称呼，以及对我们蔡总统的接待的规格等等，还有和巴拿马的总统胡安卡勒斯瓦雷拉会谈等等，是不是都已经安排都在安排中？因为是邦交国，当然对方会用正式的国名称呼我们。那国号的称呼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刮胡台湾。中华民国刮胡台湾。我们去的时候是过境迈阿密，回来的时候过境洛杉矶。那请问部长，我们美方的接机人员的层级会不会比以往的高？这个因为美方过境两个城市啊，我们还在跟美国洽商中，所以说是我还不便于啊证实。那接机层次，以我过去的经验，大概都是 AIT 的理事主席来接机。最好就是能够比以往高了哈。部长，我顺便在这边提个题外话了哈。是，请。刚才讲过了，要过境迈阿密。是。迈阿密，请问陈伟英您认识吗？是，我这个马林队的。马林鱼的主场在哪里？台湾之光。对，马林鱼的主场在哪里？在迈阿密啊。所以说，在迈阿密，如果说安全上还是行程上可以安排，或者是参会上可以请伟英给总统见个面，跟他加冕一下，或者甚至也这么巧，刚好在主场的时候，如果是陈伟英先发的时候，如果安全顾虑、行程安排都可以的话，我们的蔡总统如果可以到那个球场去跟他加油一下，那我们国际上的这个曝光度是很难用钱买到的哦。谁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女生是谁呀？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的总统，您，我这个建议而已，你是不是觉得如果在迈阿密，我举一个例子啦，我跟民进党的朋友一起在看这个 Live 陈伟英转播的时候啊，他嫌你不见得嫌我了，但是我们跟陈伟英加油是共同加油的，对了，所以这个体育运动都不分蓝绿的，对，如果在迈阿密可以跟陈伟英见上一面，我相信对蔡总统的还是对我们国人的蓝绿的融合什么都是有帮助的，甚至国际上的曝光度都是有帮助的。小小的建议，请您。这个徐委员的这个建议啊，极具创意。谢谢。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的话，我的创意才有用了哈。再请问总统，再请问部长，上一次，对不起，上一次马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啊，他曾经跟国务院的高层啊通话啊，据所了解啊，这个国务院的高层啊是我们这个副国务卿布林肯。请教部长，这一次我们蔡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个安排？我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那美方呢，一直给我们相当多的善意。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必须啊，要了解美方对于有些事情呢，是有相当的敏感性。因此呢，我们跟美国的交往通常啊，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啊，我们都尽量的低调，尽量的保密。好，部长，最近我们以美国还有日本方面，我们都互动非常的频繁啊，大家也所知道的，我们蔡总统跟我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欧卡桑，他的妈妈一起 NHK 也几十年没有来台湾了，45年。他们就共同听这个音乐会。对。
还有我们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对，马凯在新加坡，对，的亚洲安全会议结束以后，他也率团来访问我们，是的，其中好像也包括了七八位的七位参议员，七位的参议员，对，坐专机，所以说我们对美国跟日本，我们现在互动都非常的频繁了哈，所以说。我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现在外交的政策是亲美、友日、冷中？我想不应该这样子来界定啊，因为刚才也向这个徐委员报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确是一个特殊关系，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的的确确也是在升温之中。那当然呢。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呢，我们一直啊也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交流对话，而且我们也不挑衅，这是我们一向的这个，这是蔡总统的这个主张跟立场。简单说，国防、外交、两岸都是总统主要的执掌嘛。但是跟美国太好，跟日本太好，可能中共那边又有点刺猬。你太紧张的话，可能每日两边又有点那个不同的想法，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两岸，然后美日这个强国三个都可能够抓到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最好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对，我想徐委员讲的极为有道理，这是需要一个相当的一个智慧。要相当的一个技巧才能够做得到。我相信部长跟我们陆委会都有这个智慧的。部长，这次我们 WHA、林部长极度的克制啊，连我们两个台湾两个字啊都没有提出来，但是回来以后呢，我们总统接见代表团还称赞我们没有被矮化，不负所望完成这个任务。是不是我们除了不接受一中的原则以外，我们也不希望和中国大陆有发生冲突，以免我们以后的国际的空间被压缩哈？所以蔡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照部长您讲的外交就是积极和平，不到一个月以内，我们就安排到这个出访国外，这样子会不会有点会引起到？中国大陆会不会采取一些在外交方面的对我们有什么制衡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做法？这次呢是纯粹是因为他这个巴拿马运河拓宽典礼呢是定在6月26号，为了要参加这个典礼呢，所以说是才规划在6月下旬出访。那并不是因为就说是急着。在这个就职之后马上就要往外走，我想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部长，那个中国大陆啊，为了反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啊，他在去年有举办了这个中拉论坛嘛，哈、嗯，中拉论坛他提出了35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贷款与合作的基金。按我们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12个邦交国家，他可能基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解决他自己的财政的问题，也都希望和中国大陆有所交往，所以他们去了8个邦交国派员参加。嗯，派员参加到底是成绩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两岸关系如果持续的紧张，我们国际的参与、国际的空间就会成为北京的这个私利点，就刚好给予他在那个两岸之间对我们的邦交国会恢复到以前像什么烽火外交啦、什么凯之外交啦，会不会两边又在那边跟我们友邦、跟我们在那个狮子大开口啦，还是什么这样子？跟徐委员报告，我想在未来的几年中间呢、啊，不会再看到有所谓的这个烽火外交，也不会再看到有所谓的这个金钱外交。
那政府的政策很清楚，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区域，因此呢，我们也不会去挑衅，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都有如此的一个共识。好，谢谢部长。主席，请再给我一分钟，我简单问一下，我们有关新南向政策，总统府设立的新南向办公室，新南向办公室的定位是什么？是任务编组吗？那我再请问一下，新南向办公室跟外交部所推动的业务，经贸的那个就不管了，万一在外交方面，新南向办公室跟我们外交部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是要听我们黄志芳主任的，还是要听我们李部长的？因为黄志芳主任也是我们外交部的老同事，那我们认识也差不多30年了，所以说像比如说是礼拜一我们在一起吃午饭，这个昨天我们也通了一个电话，几乎是我们经常在联系中，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冲突。不会有外交上的意见相左的。应该不会，我们两个都是外交官出身，外交官出身就懂得这个如何来做一个妥协。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徐委员。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外交部长。李部长，请备询。马委员早。部长早。我想今天大家很关心啊，就我们的专报内容里面，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外交部会遵照蔡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所说的，持续透过官方的互动、企业投资跟民间合作各种方式等等，来分享台湾的经验，与友邦建立永续的伙伴关系。那我想请教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企业要到友邦，要到我们邦交国去投资吗？就目前的状况，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因为在中国大陆工资的上涨啊，整个生产成本的这个上扬，因此我们台商往越南、往柬埔寨、往这个印尼、往缅甸呢、大概都已经成为一个风潮。对，那个是南向，所谓大家说的南向。可是我们在报告里面说的是我们的邦交国，南向其实就当刚刚很多委员其实也询问到了。其实南向跟新南向现在看不出来它的差异在哪里，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很快就可以知道到底整个政府的主轴跟方向，因为甚至办公室都还没有成立，可是原来预定的主任的人选黄志芳，其实他也对外有说了一些话，然后希望整个走向需要怎么样走。可是刚刚我看其他部会单位出来讲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可是我现在问的是，我们讲的是说，我们要持续透过我们官方的一些互动，跟我们的友邦建立永续的伙伴关系。我想要请教的是，我们现在邦交国目前有吗？以圣多美为例好了，目前在很多客观的因素之下，我们跟圣多美根本没有经贸的往来。它可能有很多主客观的因素了哈，我们要如何推动企业的投资，还有跟友邦建立永续的伙伴关系，是继续金援吗？因为刚刚部长也提到，我们不会用烽火外交，不会用金援外交，我们甚至希望维持和平稳定，然后建立大家的共荣、共同发展。可是这个听起来会像是口号，因为如果在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友邦的或多或少的一些，像过去，因为过去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嘛，会假借金援的这样的模式，好像来行勒索的事实。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面临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小英政府会不会给钱？向马委员报告，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次去双巴啊，我们就有一些企业家随行，其中有的是已经在那里投资的，那有一些是准备到那边去投资的。所以对于邦交国，我们很希望就是说经过这个投资跟贸易的关系啊，加强我们双边关系，而不是
像您刚才讲的那些，其实我们很清楚，可是因为双八跟其他我刚刚举例的，比如圣多美，我们的这些国家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面对，因为相信外交部很清楚，对，如果在未来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到底给或不给，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的因应跟处置，其实这必须要有一些做法。那现在撇开我们原来的这些邦交国不谈，我们大家今天很关注的就是说新南向的政策。我想要请教一下哈，其实新南向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困境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今天要质询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听起来所有各部会都还没有准备得很完整，而且不知道上面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包括外交部我们提到的只是一些活动，包括协助台中市政府用 NGO 的 方式，然后你让我们的一些外配的二代跟他们母国可以做连结，像这样的活动都可以放到我们的新南向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可是这么小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表示我们还没有一个方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主轴，而且不知道怎么做。不过刚刚我倒是听到一个很中肯的话，难得在最近的那个一些咨询还有政策的表达上面，国发会刚刚有讲，至少用专业讲到了一些应该要表达的话。今天台湾面临的，我们可能是要把，因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其实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一直往外移，对台湾是很大的伤害。今天新南向不是把这些企业都一直往外移，我们更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才跟资金是往台湾来的。对，我们可以铺建通路，这个我们倒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说法，让新政府知道，因为这是为台湾整体的发展，还有对台湾好。今天不要各个部会一个政府一个政策出来了，大家过去讲的全部都不一样。我举例来说好了，过去我们一直也讨论了很久，一直在讲对东南亚的签证的放宽，当初为什么会不同意？在比如说像泰国啦、像印尼、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现在我们要放宽了，当初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个昨天我们的领务局跟内政部的移民署，他们已经就这个松绑的做法呢，他们有一个会议。我想这些请这个龚局长来报告一下。局长简单就好了哈，就我们过去为对这些国家，我们曾经有很大的疑虑，也讨论了很久。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观光业者，其实他们很早就开始在建议，比如泰国来说好了，他们在前两年的时间，他们到日本旅游的人口成长以倍数来计算，因为他们就是有免签嘛，他们一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500多万人去那里旅游。可相对的，台湾当初是不愿意开放，就是免签。那泰国、印尼、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当初我们的主要的疑虑是什么？报告委员，刚刚提到那个，我们对这些国家有一些限制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情况啊，跟日本是不大一样。这些，譬如说泰国以前太老，在这边也发生很多逃逸，然后产生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些国家是有一些限制。那现在这些情况，其实还是会有，但就是说我们要考虑要更多的一些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是针对不同的国家的情况，我们也采取说因个别国家我们采取要放松的措施。这样其实听起来就已经有点矛盾了哈，就是今天这个当初大家的疑虑还是存在，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因为政策走向的关系，我们要松绑，所以你那个疑虑的配套有没有方法解决？因为我们跟日本不同啊，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因为刚刚委员提到，我希望可以知道，我们希望没关系，局长，我们知道你们的困难，因为你们要考虑的面向当然也很多。过去我们有因为治安啊，因为社会条件啊，各方面，因为这些因素，我们限制不可以免签。可是现在这些因素都还在，对，你们因为新政策的关系，有没有把这些再提出来做讨论，然后做一个全盘的一个考量？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很多的那个，因为我们只是要知道说这些因素都没有解除之下，
我们要放松了。我们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再做一些比较可以行得通的放松。刚刚部长提到，我们昨天有跟移民署针对这个线上签核啊，东南亚国协五个国家，我们要，譬如说他们，我们现在根据是他们的有几个先进国家，譬如说美国、加拿大、日本，他们有这些既有的这个签证，我们可以再放松他们，就不要签证进来。还有些以前是限制到只有现行有效签证，现在我们是说，只要以前他拿过啊，美国、加拿大、欧盟等等这些先进国家的签证，即使是过去的，已经是失效，我们还是接受。那个还是有限的、啊。其实这几个国家在近几年，其实它成长很快速，所以它的中产阶级以上，其实还包括有很多它的条件一直在改善的，其实很多。可是如果你以这样的条件来限制的话，其实可能人数还是会有限。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做整体考量，我们不反对。其实我之前也曾经建议说，应该可以放宽他们的免签。可是过去一直不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只是因为一个选举过去就可以啊，这是我这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要讨论，就是说，在我们的新南向政策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内部跟外部的问题。刚刚我提到的，像我们内部哈，其实刚刚我最希望知道的啦，就是说之前也提醒过，其实外交部现在婆婆太多。你像现在日本也把它切出去，我们的驻日代表啦，还有现在邱毅人等等，其实他们都有相当的分量。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新南向你又有一个办公室，我们没有政策主导权。以我们的专业，其实外交部在各方 这一部分才是专业的，你们才可以面面俱到。可是现在变成就像媒体所说的，是小部长大次长，我们不希望这个现象发生。今天会特别提出来，是希望我们的一些政府政策，大家可以秉持自己的专业，一定要尽己所能，以台湾中华民国整体的利益为考量。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做询问。那我们希望后续还有机会，谢谢。毛委员不必担心，外交部不会有小部长。希望这样，希望外交部严所当言。好，谢谢。现在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部长。李部长，请备询。吕委员早。部长。是。本席想先请教你，欸，昨天林权有讲一句话，他说中华台北就等于中华民国，你认同这句话吗？我想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正式国名，不得已的妥协状况之下，用这样的四个字来代表我们的国家。可是林权说了，不，我想是院长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压缩的状况之下，我想，他的真实的意思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能代表他这样回答吗？我敢代表他这样回答。中华台北等于中华民国，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四位大会里面，我们就没有被矮化。所以本席今天也要再跟你谈一谈，你PO上去的，你给我们外委会的报告，说抗议信只能够截取一小段，你看看这2010年。邱文达在四位大会里面的抗议信全文在卫福部的网站到现在都还看得到，那为什么你的抗议信要去头去尾只有那一小段出来，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没有不能说的秘密。有什么隐瞒的？我把所有的实质内容完全公布出来了。哪里？就一小段而已啊。就主要的内容就是那一小段，那就是一小段就全部PO出来，为什么不可以？而且你看看，因为2010年的时候，邱文达部长他的内容是有非常严正的在抗议、不满，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是你给我们那个截长取短的这一小节里面，只是说我们关切、我们建议，我们是这么委屈、这么矮化我们自己。那对不起，我们是严重关切，不是关严重关切跟严重不满，这个不一样吗？所以部长，您说这个是你建议的吗？
你建议我们，這個啊、我也跟刘委员报告，林仲炎部长这样子说的吗？今年只是严重的抗，严重的关切，不是严正的抗议哦。这个是这样子吗？不是，我跟刘委员报告这个事情的始末，因为这次呢，的的确确，我想你也很清楚，像林部长是在参加完国宴以后，立即就奔上机场，上飞机启程，因此所有的作业都是在520之前在作业。那当时呢，这个新的政府，包括我本人在内，在资讯不是很完全，也缺乏幕僚支援的状况之下，部长，你不要忘了，在本委员会的时候，本席有提，您提出我们要到世卫大会里面去抗议，要抗议，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才会派林仲炎部长来这边说清楚，因为抗议性他是全程参与，他的主导他自己都说了，所以他没来讲清楚，在台湾，在我们中华民国，你大声的说你要抗议，出去的时候不敢写不敢说。报告李委员啊，这个我们要往前看啊，除了就是要往前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的、能够做的，要赶快做，赶快说啊。是啊，是啊。所以今天我希望部长你也一样把那个抗议信全文中英文版送到我们外委会来，好不好？报告刘委员，这一点呢，对不起，因为又不能说了，又有秘密了吗？不是，因为如果我这样做，我不专业。我这样做的话，那你说现在在卫福部还在网站上公布的那个抗议信就不专业了吗？那个时候我，那我怎么不下档呢？那个时候我不在我现在的位置，我没有资格评论，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只要我做外交部长一天，我不能够做不专业的事情。为什么？2010年，这个一百年的时候可以全文的 po 上网，现在105年，我们这次抗议信不能 po 上网，这个、为什么？你要问前，你要问那个时候。我问你，今天你为什么不能 po 啊？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样子违反我的外交专业。怎么是违反你的外交专业？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代表。所以，因为你说不清楚、讲明不明白，才要林仲炎来说清楚啊。那天我全程坐在这里、所以我的那封信，那封信我已经把实质内容。所以那封信是你建议的吗？你可以代表这样说话。那封信不能说是我建议的。那封信事实上是这个我的前任的建议，所以用这封只是表示关切建议的，没有抗议啊。那内容看不出有抗议啊，所以本席才会要求全文。那因为时间关系，主席，我要求我们外交部一定要把全文中英文版送到我们外委会来，很抱歉，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南向政策。好。新政府说新南向，那跟我们以前的南向有什么不一样？那原来的南向政策我们已经走了三波了，是不是？对啊。那李登辉在陈水扁在马英九也都做了，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看东南亚有19个国家，这19个国家跟我们有投保协议的，我们只签了9个国家，12个都还没有签。现在大部分台湾97%的都是中小企业，你如何让这些中小企业走到国外去，能够放心的投资？而且这19个国家里面，我们不友善的哦，对他们来台湾有所限制，不友善的还有7个国家。那如何我们可以走出去这个新南向政策？不要说它有那么不一样，我们外交部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办法像侨委会这边、经济部这边，你们这些所有相关的部会，有没有整合出一个窗口，让我们要去投资的企业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向？你们市场的风险评估、市场的状况、所有的资讯环境，你提供给他们有没有？部长有没有？我们今天才上任第20天呢、所以以前的外交部，我说过走了3波了、今天只是换个外交部长而已吗？底下都换过了吗？所以部长，那你这样讲，我先请教你，所有东南亚国家现在对我们中华民国
还有没有排华的问题？在部分国家中间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潜在的问题。对。本席要提醒你，这问题之严重。对、啊。在1911年墨西哥的时候，就有排华的问题。这排华问题就这么久了，就延续下来，就发生了，而且死伤了300多的华人。在接下来1969年，马来西亚排华的暴动，也死了25位中华华人。1998年，在印尼事件，死伤了1250人，最严重的还有85名的妇人遭到强暴。这都发生在5月13号，好奇怪的5月13号。讲最近最近的好了，越南事件。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本席还执行了史亚平部长。为什么这些排华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助，没有帮忙？这是越南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华人工资给的太低，那个是大陆，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外交部却叫我们说，那你就写上我是台湾，我来自台湾。结果你只要是华人讲华语，他就暴动，就烧，放火烧你们的工厂。那时候351间工厂，有190家台商的工厂，这样子被烧，我们知道没有？这个问题这么严重，部长，您在这个位置上。您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现在面临的有新南向政策，这些问题知道没有？该怎么准备去保护我们的华人去国外投资？尤其是这投资不是用金钱投资，如何去认真的态度去了解、去关心国与国的关系，这样子真心的去做，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台商到国外去投资的时候是安全的，是能够互惠的。部长，你都有准备了吗？你了解没有？我有了解，当然还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在准备中，还需要更多的准备。所以本席提醒你的，现在东南亚到现在还有排华的问题存在，有这个现象，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方式管道，用民间社会的交流奠定两方的友好关系。我们企业过去的时候，我们政府才有办法去给他支援。我们要奠定我们的一个主轴方向， 是，然后集合我们的力量去对他们，给他一个双向的一个努力，才能够化解这个排华问题。这个排华问题没解决，我们企业真的不敢过去。所以本席在这边有4项建议啊，建议我们外交部要努力，侨委会要努力，我们在当地的，我们也可以靠新住民，新住民在那边，我们台湾很多新住民嘛，我们新住民在那边，我们可以用利用他们的关系，对他们那边的环境来多多的了解，大家友好之后，我们的台商企业过去投资才会安全的，我们新的南向政策才会有真正的主轴方向。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用心去了解，建立我们的交流和我们的感情。第二个，真心的交往，我们不要去砸钱，我们要怎么样交往，用教育的方式或者民间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像日本这一次，我们对日本怎么投资的没有用，我们反而311的地震，我们去给他支援，去给他乐捐，这样子的话我们关系也走得更好。譬如这样子的是用心。第三个，我们要同理心去推动，我们知道对方的需求，我们去配合。这第四个就是要画出主轴，用心去做好。最重要，部长，我们要整合我们相关单位，刚刚本席提了经济部、侨委会，还有我们的台商跟外交部共同的努力，要用多方面的角度去切入，让我们的方式好好的去整合好，解决
我们的在东南亚的排华问题，好不好？是啊，吕委员所言，这些都要做到。还有我要的全文，你也要中英文版给我。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我们外交部部长李部长，请备询。李委员早。部长早。部长，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是新南向政策，所以我想要请教部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和过去的南向政策来比较，还有三项的新，那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三项新南向政策是哪三项政策呢？我想基本上第一个时空环境啊是完全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新。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对于新政府的政策呢，是希望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啊，跟国内的产业有一个连结性，这是我想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希望啊，多注重所谓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因素，也希望透过教育文化的这个交流呢，让这个关系呢更为制度化，更为深化。好。部长，我们经济日报呢，它其实有整理出来，就是说我们新南向政策有三新。那第一个新是新范围，第二个新是新方向，第三个新是新支撑。那其实都跟部长刚刚所讲到的东西都有雷同到。那我们新南向政策呢，其实有各项的规划。那规划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项目，那例如说有争取基础建设的商机，还有成立智库。以及培育人才、发展观光、拓销市场，还有伊斯兰商机。那我觉得，当中的一个培育人才的部分呢，他有讲到，就是说要整合我们现在外交部、还有教育部、还有各大学的奖学金，来成立东协南亚奖学金的一个计划。那也希望可以鼓励我们台湾学生可以赴东协或南亚国家去做一个暑期的一个实习，那进而来协助我们东协还有南亚国家发展的一个技职教育体系。那我不知道说部长您记不记得我上次的业务报告当中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近五年的一个外交领事特考呢，其实完全没有一个东南亚语言的一个组别的需求。是。对。那今年的外交特考还是一样哦，就是有开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还有韩文、意大利文，还有葡萄牙文，但是我们就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南亚语言的组别。那我记得上次部长您在询答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目前的做法是让预定驻外的人员去受半年到一年的语文训练嘛、那我觉得说，因为现在其实国内呢有很多很多学校已经有这样子推动，有很多那个东南亚语文的科系和学程，那我相信我们国内其实有这样子具有东南亚语言的一个人才。那我想就是说，我们部长，我们这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就是说研议，就是明年能够开设这样子一个招募这样子外交人才。向刘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国家的外交规模相对的是属于中型之下。也因此呢，我们也很难以说是我考一个越南语，或者说是泰语，或者印尼语，那变成就是说是这位同仁他将来这一辈子他只有一个地方去，我想这样子也不公平。那我的了解是这几个语言呢还算是不太难学，所以目前呢我们这个外交部啊已经派了五个新进人员到印尼，四个到泰国，三个到越南去进修当地的语言。将来我们可能就把这些同仁放到那个国家去，他在那边待个三年六年，他的语言程度应该会更精进。那目前呢，我们也这个派驻东南亚地区的同仁呢，
就是说我们外交补助他去学当地的语言，甚至有35个人拿我们的这个补助金，比如说在泰国学泰语，印尼学印尼文，在越南学越南文。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补足啊对于当地语言呢、啊、的不足。那像我的了解是像比如像在像越南这印尼这些国家啊，他们这个这个因为他 interview 这个外籍新娘啊，外籍劳工啊，所以他们口语的沟通啊，基本上也都没有问题了。对，我想不仅是口语上面的部分，我觉得文书上面的一个书写上面的公文的往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业务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对，所以我觉得刚刚部长其实讲到，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是限制，就是某个外交人员只有一个语言的专长。那我觉得部长刚刚说的，就是说让每个外交人员都有第二专长、第二语言专长这个部分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说呢，如果我们直接找了一个具有这样子东南亚语言能力的人才呢，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了解那个国家的一个状况？那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来推动我们外交的事务。当然，对，我希望就是说外交部长这边可以做一个言语。谢谢刘委员的建议。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蔡适应委员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是否可以考量在东协印度来设置台湾电视的频道。那我想请教部长您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这个所谓的这个 demand and supply 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么大的需求的话就比较容易，因为你今天要政府贴钱做这种事情啊，我想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对不对？像如果在那边有很多的台商，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就比较可能去做。部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如果做这样子电视频道的一个推动的话，我们外交部需要编列多少的预算在这样子的事情上？这个目前像侨委会已经有宏观电视，你们编列多少钱？要不要跟委员报告一下？谢谢刘委垂询哈。那宏观电视现在每年大概平均大概1亿2000万左右哈。1亿2000万。那依据大院的这个通过的相关规定，大概都是要委托这个公共电视来制作直播相关的节目，然后对外来播放。那另外我也跟委员报告，因为我曾经在菲律宾住过4年9个月哈。根据我对菲律宾地区的了解哈，东南亚了解，就是说就像李部长所讲的，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民间的媒体啊，特别是民视啊、三立、中天，大概在菲律宾都收得到，都看得到，因为当地有有线电视，他们都会播放。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那宏观电视相对来讲看的人是比较少的，看的人比较少。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看民视的那个连续剧。对，东南亚华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委员报告。所以委员长这个部分呢，如同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宏观电视其实收视率没有如同像民视或是三立这样子的频道，对，像民间频道那么的热门，这么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国家已经投入了这么大量的预算在这样子的频道上面，我们内容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精进，让收视率可以更高？是，委员这个建议很好，因为我们准备就是要来跟公共电视要来好好的开会来协商来检讨，看看怎么样来强化我们宏观电视的内容。来，这个我们也在准备要跟他们开会来讨论。对，因为我觉得透过电视频道其实是最让当地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或者说很轻易的了解说我们台湾的文化是怎么样子，是，那让他们接受我们台湾的一些知识或者说文化，让他们能够认同或是更喜欢我们台湾，那也助于我们推动新南向政策这样子的一个助力。是，委员讲的完全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像我想向那个部长还有委员长分享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日本的频道，不论是音乐频道也好，戏剧频道也好，或是新闻频道也好。那其实这些频道呢，都是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一个动向、日本的内容等等的。那进而让我有兴趣可以去学习日文。那我如果学习了日文之后呢，其实我可以很轻易的到日本去旅游，甚至是结交当地的朋友，更加了解我们可以跟未来可以怎么样和日本做一个很好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可以让我们套用在
我们希望推动的东南亚国家这样子的一个身上，所以我希望委员长在这个部分可以再做一个加强。是，我们一定会照委员的指示，我们来努力。好，好，那我想再跟部长还有委员长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外交处境呢，是面临到我们各国区域整合的一个竞争，还有面临到对岸中国的一个打压，所以我们每一份的外交资源都非常的珍贵，那也需要就是善加的利用。那尤其是外交部和侨委会，其实工作的内容和服务的项目虽然没有很相同，但是我想两个部会呢，其实都是站在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是为我们台湾国家利益来努力。那如同刚刚李部长一开始所说的，具体的外交作为是可以积极灵活，可以前瞻，但是核心在于要基于现实去寻求可行且务实的作为。所以我认为呢，不论是外交部或是侨委会，都能够摒除本位主义，要把我们两个部会的一个讯息能够做一个讯息还有资源能够做一个交换和整合，才能让我们的外交战力发挥到最大。是的，是，好吗？我们跟外交部合作很密切。对，我希望可以未来互动是更好、更密切的。对，我们是20年的朋友。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委长，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哈，请李部长跟高副主委了哈。李部长跟高副主委。好，部长好，部长辛苦了哈。赖委员长，好。好，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两位了哈，因为新南向政策是现在新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的，对。那现在在总统府下也新设了一个新南向的一个办公室，那不知道现在这个办公室跟行政院的运作上面，包括跟部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机制？跟行政院的部分我还不清楚，跟外交部的方面是非常的频繁。就刚才我也讲，我说像今天礼拜三，我礼拜一中午，我想问一下部长是组织上怎么来运作？就是说他这个将来的那个整个未来的运作方向，就是他是总统府的这个西南向办公室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还是说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跟部里面，我的猜测应该是一个平台的角色。部长现在还没有正式运作，是不是？你只能用猜测而已。不，因为就是黄主任跟我是多年的老同事，所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这个我知道，它的组织架构出来了吗？就是怎么运作的一个机制出来了吗？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那未来外交部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外交部，我想是在外交部的职责范围之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好，那我待会再问部长。那高副主委哈，不知道这个部分行政院国发会这边有没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基本上依行政院的指示，我们来。那黄主任这边有跟您这边联系了吗？总统府这边有跟你们联系了吗？就我个人来说，没有。跟国发会有联系了吗？据我所知，我们主委也表示还没有跟我们有联系，所以还没有正式开始运作。是的，是的。那未来运作的时候，国发会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依行政院指示办理。依行政院，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要做。这个新南向办公室，至于怎么运作，都还没有细节，还没有出来。就我本人来说，我不了解。哦，现在还不了解了。好，好，也希望你们主动去关心一下，好不好？我想，特别是国发会啦，那几乎等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院的幕僚，很重要的幕僚政策单位。那我建议你们应该主动去跟总统府这边哈，既然总统也宣示这是国家重要政策方向，那新南向办公室的主任也出来了，我建议。除了部长那种司以外，我认为你们应该在公部门，我相信国发会应该会扮演蛮重要的角色了，好不好？谢谢啊，希望你们尽速来联系，好吗？好，谢谢我。好，那再来，我回来那个跟部长这边请教，我想这个新南向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了哈。我想我同事也整理很多资料，不管是越南、印尼、菲律宾哈，包括印度等等很多的。其实这些他们新兴起来之后，他们经济成长率在未来的预估的5年内，大概都有机会到60%以上的。我想它是继中国大陆之后另外一波很有潜力的了哈。对。那包括整个在职缺上面也大幅的成长了哈，有很多一些好的工作机会哈，也大幅的在成立哈。包括现在很多的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哈，就我这边整理的资料，连续3年其实
在中国的投资都已经是负成长，但是未来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陆续也转往了东南亚了，包括日本、韩国，其实在于投资东南亚的金额，日本也达到了133亿美元，韩国44亿美元，但台湾现在目前只有28亿了，包括整个日本的很多的重要的投资也都开始陆续转向，但是我们的部分，好像在中国的部分还是比较偏重的，在这个东南亚这块还没有很大的这个积极的进展。那其中跟整个相关资料也调出来，我们有62的年轻人想要出国工作，但是想要到东南亚的其实平均都不到 1.5 了，所以其实我们对东南亚的国家的认知认识跟文化其实还很，我认为是很缺乏了，这一块可能不只是国发会包括外交部各单位了，我想未来既然要做西南向政策，这一块的工作是务必要做了，让我们跟东南亚的国家更了解，然后更能够有多的互动。我不知道部长同不同意刚刚这些看法。完全赞同。好，那部长如果支持的话，另外有一点也可能是刚刚部长我看到也有提到了，就是签证的问题了。对，如果我们要跟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有更多好的互动，我们应该要在签证上面更友善。我们要松绑。对，要松绑。那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包括文莱都有一些签证上便利，但是我们对泰国、对印尼、对菲律宾、对越南，其实都还是要要求他持有先进国家的签证才有免签证。是的，对，所以坦白说是有一点点歧视了哈，因为对于这些先进的国家，你就认为他可以，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好像就比较好，就可以，但是对于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我认为思维应该要改变了。过去以来我们认为他们都是一个好像是比较落后比较没那么进步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思维是要改变，他们现在也成长得非常的快。那我看到部长在部里面有提到签证部分要检讨啦，部长大概多久时间可以检讨完成？昨天这个我们领务局跟内政部移民署呢已经有一次意见交换的会议，那初步的看法是怎么样子？签证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这个松绑啊，刚刚部长已经提到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说松绑的程度也要看那些国家的一个情况。刚刚委员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限制，就是因为他们你们的顾虑跟考量在哪里？可不可以？主要是这个其他单位，比如说移民署啊，还有警政署。这个造成的一些社会的问题，甚至劳动部，因为有一些这个非法逃逸的外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尊重其他单位的一些看法。还有另外一个跟委员补充报告，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这些国家给我们的签证便利会提升。比如刚刚委员提到泰国，因为他现在也是给我们是落签，我们也是很想对他的这个签证有一些提升啊，对他更有友善。但是我们也希望借这样子一个，等于说是某种程度说大家互相哦，给对方彼此一个更好的待遇。如果我们想要发展东南亚这一块，我们要加强这一块的话，我想基本上在相互尊重哈，甚至不要带有歧视的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部长可不可以？这个需要一些随时需要协调，不管在移民署、警政或者是劳动部，然后外劳，有没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检讨？然后这一定要这样子做的啦。当然，这个现在21世纪了。这个还有歧视是讲老实话是不应该的啦，尤其我们是一个民主多元的。部长，我问你啊，你觉得现在进行的做法上有没有带有一点点歧视的味道？现行的做法上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刚才龚局长的报告也的的确确有他的根据，因为过去这些国家是有一些违反违例的状况，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对，如果要发展西南向，我们一定要解决掉这些问题。对，所以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恐怕大家的关系都会不是会那么的对好。是，好不好？这个请部长能不能一个月努力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们一定会，好不好？朝一个月努力的一个方向，好吗？对，好。另外是小港是高雄啦，是东南西南向很重要的一个门户啦，第二大城哈，也是很靠近。整个东南亚的不管是时间各方面交通距离等等，是的。那现在的部分，这个可能也不见得是外交部，包括国发会。今天交通部没有来了，现在小港机场飞往东南亚的航班跟航次，其实我认为都不够。我认为其实一方面我们在发展台湾跟这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我认为对于高雄这么有地利之便的，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面应该
多予以支持啦，所以也希望未来除了签证整个能够更多免签证以外，也希望国发会跟部长这边外交部部长这边也能协助啦，让小港机场跟整个东南亚的各机场之间能够更多的航班更多的航次，加速他们的便利上的互通往来，我想这样子才有办法发展一个有效的新南向，可以吗？好，谢谢赖委员，谢谢部长，谢谢次长，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部长，谢谢次长。我们有请下一位委员陈欧波委员。谢谢主席，请一并邀请外交部李部长、侨委会吴委员长、经济部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高副主委、科技部陈司长。有请。谢谢今天国防外交委员会安排这样的议程。我想，各位都是新官了，至少有些是调整了业务上来的，那全民对新政府、新国会有很深的期待。我在交通委员会，这个会期跟上个会期就感觉不一样。七点半之前，我们就有大概有三四位委员要等着要登记发言，到八点之前呢，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委员到场了。所以是新国会有新国会应承担的重责，以及我们也体现到整个人民对国家的期待。当然，新政府呢，各部委首长各单位的同仁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在服从这个蔡总统的这个领导呢有一番作为哈。那蔡总统在520就职的时候呢，有发表一个很重要的就职演说，那国际媒体跟学者呢给予很高的肯定，可能你们没有时间一一拜读，就这个时间呢跟你们说明一下。第一点呢，这个英国的 BBC 的报道哈，蔡英文不但是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她的从政背景有别于其他东亚政坛女性领导人。台湾政坛女性多半靠自己奋斗，这个也就是说，蔡总统啊，一步一脚印，不是靠的长辈拉拔。事实上，能够在民进党这种环境出来当候选人，能够当选总统，真的是不简单哈。第二个是英国路透社的呢，他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台湾将致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会做一个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也就是蔡总统他致力维持两岸的和平这种信念呢，国际媒体有肯定。第三个就是肯定新南向政策，这个印尼的学者跟印度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论啊，肯定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并期盼台湾加强与印尼的经贸合作。另外是蔡英文就职后，在新南向政策的方针引导下，相信台印双方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后来就是英国的 BBC 报道呢，蔡英文是一个看似害羞、实质的领导者。我相信我跟蔡总统的接触呢，应该算是很频繁，我们一起打过2012跟2016的选战，我过去也担任过县党部的主委，所以面对这样的领袖啊，我相信他对我们新政府的所有的格言一定是会非常大的期许三生努力呢，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国家能够呢让台湾不但能够改革，而且改革的更好。那我今天呢，针对新南向政策的这个部分呢，我也提出我一些看法那也想要了解各位部长各位各单位能不能一起呢针对蔡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呢，新南向政策这个方向呢，大家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的认同，然后呢，积极的作为
那国际上呢，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说啊，我们台湾的国际的情势，尤其是李部长呢，应该很清楚啊，中共处处打压我们，见不得台湾好了。哦，所以我们自己要 更争气了。现在我们要发展新南向，什么阴谋论都出来了，各境的打压 的手段都来了。哦，这个已读不回不甩你，哦，这是报纸的评论，哦，今天不是我的评论，哦。第二个，限缩入客断观光。第三个，禁止学生断教育。啊，接下来是什么？现在很多台商很担心，啊，他们在大陆的资产，啊，工厂，啊，一些设施，欸，会被大陆呢强占，啊，所以呢有些人希望能回到台湾，可是台湾的投资环境没有改善，那当然要 找 出路啊。过去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两年，我也去过越南、泰国、缅甸、印尼，我们才发现到说其实新南向政策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向，以我个人的体会啊，所以我不是预见未来，哦，我在之前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在5月19号我就成立台湾跟印尼、台湾跟缅甸、台湾跟柬埔寨国会研究协会，这是承接过去的一个想法啊，哦。那我在这里呢特别要请那个部长跟各部会，哦，我们现在也知道大陆这样动作频频啊，哦，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哦，这个部分呢在外交方面，哦，我们要硬起来，哦，部长你能不能，哦，在外交上面呢，哦，这个能够做我们这些未来新南向政策在国外打仗的时候呢给他们一定的资源，然后呢扩展我们的外交领域空间，拓展我们的经济实力。这个陈委员，这个这是我们外交部的职责，我们这个一定全力以赴。好，那我要提醒就是说对大陆的这个依赖也应该逐年降低了，哦，事实上我们的看到这个表，我们真的是目前来讲是有逐年降低的情况，但是对单一国家到2015年是100亿美元，对大陆，哦，对其他100多个国家里面呢也是100亿美元的，等于对大陆来讲，哦，占 50% 啊，这个全世界，哦，这样的对单一国家的经济依赖成这个样子，哦，是很大的警讯，啊，所以新南向政策呢我希望，啊，这里的经济部科技部跟我们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大家，啊，要重视这个区块。事实上我个人来讲，啊，也因为成立这些协会我也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啊，不管过去在外交领域像我们黄志鹏大使现在就是当我的秘书长，或者是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或者留学的学者，现在我自己成立一个整个说等于想说协助新南向政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办公室。那我知道新南向办公室呢在总统府里面事实上6-7个人而已，所以这些人那么少，又没有实权，如果没有各部会通力合作的话，这个办公室撑不下去的。第一个业务量撑不下去的，第二个业绩做不出来，效果不彰。我看半年一年就大概就是要被撤销掉了，撤除掉了。所以我在这里呢，那个请那个几位部会的人来表态一下，要不要支持蔡总统的新南向政策，表示一下。外交部全力支持，侨委会当然全力支持。好，经济部是经济部，当然是以后我们施政的一个主轴。来，再来科技部，科技部全力支持。好，大家都有承诺了哈，我希望说啊，蔡总统的这个殷切的这个一个期许，大家能够尽全力而为，那我刚刚讲了，我们新国会 有很大的改变，新政府不应该沉湎于过去政府的一些作为，我们应该更积极来努力。好，以上谢谢。
谢谢委员。有请下一位委员质询，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不在。下一位委员，孔文吉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我们外交部长好吗？部长。孔委员早。部长你好哈。是。这个我先请教一下哈，就是这次蔡英文的那个总统就职演说啊他没有提到九二共识。那我们现在是邦交国是总共22个。是的。啊。22个，这个在你任内你可不可以保证这个蔡英文总统因为没有讲九二共识我们的国际的环境跟以前不太一样你可不可以保证说我们这个邦交国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可不可以保证？我做外交部长的责任呢，就是和我的同仁共同的努力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外交的权益。是，但是你这个讲得很模糊了，讲得太模糊了。那你认为了，你认为这个我们是22个邦交国，可不可以保证在你任内没有办没不会有任何一个邦交国跟我们台湾断交？对我们来讲，外交部的同仁从来没有乐观的期待，也更没有悲观的选择。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尽我们所有的智慧、能力、时间，想办法把我们国家利益能够稳固住。这是我们一向的做法。那个，我想部长你还是不敢做任何承诺了哈，不敢做任何承诺，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真的很险恶，特别是我们跟大陆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跟这些邦交国。那部长，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这一次蔡英文总统，就职那一天啊。我们有10个国家来嘛，对，那有几个国家是从南太平洋过来的？6个国家都有人来，就是我们6个友邦都有，对，包括马绍尔群岛，包括所罗门群岛，对，包括基里巴斯、诺鲁，对，这几个国家，他们单独有没有跟这些代表、这些团长有没有跟蔡总统啊？都有，而且各国的一个私下的会谈有吧？都有，而且我个人也都这个都参与。你都有参与？对，因为部长，我是我们立法院啊，是南太这个国家的一个岛国国会联谊会的会长，我当了6-7年了，是很好，非常好。那最近我们有古拉斯委员，他也成立了一个南太平洋国会议员友好协会这个古拉斯尤达嘎，民进党的委员。他请我当他的这个副会长那因为我在从事这一方面我特别是对南太国家非常有兴趣。是。那这几个国家有没有跟蔡总统反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持续来巩固我们的邦交？有，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状况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提出在这个农业方面是不是我们能够帮助他在产销方面。那个有没有提到什么实质外交、金元外交这一方面的建议？没有。因为我知道的像我们跟那个吉里巴斯对，我们是从事私募鱼养殖计划。是是是，对对对对。马绍尔群岛是白内障，医疗会议，这个都是马总统推动的政策。对对对对。但是我也跟这几个国家的领袖我也认识国会议长什么每次来立法院。对那时候都是王院长来请他们试验款待，我都会作陪。所以跟诺鲁总统，那个泰安诺总统他甚至于他离别演说我都有参加。但是这几个国家他们最希望我们中华民国能够帮他们最实质的。对，那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经验嘛。对，像这些国家都有好多留言，是不是说我们蔡英文总统在你任内，所以我想说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当然私募鱼也很重要白内障也很重要对，这个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吧？但是他们会想说，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道路也许是一个桥梁或者是一个像这样的政策会不会改变？
在蔡英文总统，这样政策不会改变，就是我刚才在报告里讲的外交部外交政策有它的持续性。像那个支票部以前讲的 checkbook 现在我想是那个不这个政策不会改变吗？从这个过去八年我的了解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未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政策。那我们这个要怎么样巩固维系我们的邦交啊？那你这个任内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的，我也对我的邦交国的大使馆呢也有很高的期待跟要求。好，那如果蔡英文总统他这个不想推翻马总统的这个实质外交的友好的外交的不是金钱外交的政策，那我们拿什么来支援这些小国？怎么样跟他这个巩固邦交？因为我们已经过去八年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计划，就刚才您讲的，在吉里巴斯的色目鱼，在这个马绍尔也有这个渔业合作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也有很多的农业的计划等等，这些都还会持续进行。好，所以部长你说哈，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他不会采行这个金钱外交的。支票部外交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是你在这里保证的，对的，表示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要持续的来巩固我们还是不会走这个走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是推动实质的外交嘛，是的，是不是？是的。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农技团要发挥它的功能啊，当然渔业署要发挥它的功能啊，对，国合会会认真督导所以这位部长你在这里你没有不敢保证说有这个哪一个国家会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不敢保证嘛那这个所以我在这边拭目以待了我是希望说你在未来这个外交部长任内希望没有一个国家会跟我们中华民国来断交，而且是不采行金钱外交支票部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检视了。是好，谢谢公委员。好，谢谢委员，谢谢部长。我们有请下一位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下一位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下一位委员，林俊宪委员。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外交部李部长。部长，林委员早。部长好。部长，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掌握了解到。是。中正大学劳动关系系的师生，过去都会去参加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国际劳工大会。对。过去参加都没有问题。我们虽然不是会员国，但是用一般访客的身份参与多年。对。那今年却没办法去了，被拒绝了。理由是护照的问题，国籍的问题，被拒于门外。那请问部长，这怎么一回事？据我的了解是其中的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事前提出申请，所以他们都这个很如愿的进入会场。那同学的部分呢，因为时间赶办不及，所以说他们没有及时去申请，所以说他们遭受了拒绝。这是我的了解。是这样子吗？对。时间差的问题吗？是不是？还是刻意的被排除呢？他们申请啊，都很有经验啊，这些老师学生又不是第一次去，他每一年都去参加，怎么会今年就会也出了问题？时间敏感呢？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事实上呢，每一年我们国内呢都有这个劳工方面的这个就是参与的这个人士呢，有透过国际的非政府的组织来这个以这个身份来报名参加。那现在有七位同，请回答我的问题。对，他们为什么今年就不能参加？他们就是在申请访客证的时候，跟新政府上台有没有关系？跟中国的打压是否有直接关系？当然和中国的打压是有关系的。好，那就好。那部长是，所以你们面对更严峻的一个外交情势吗？这是一定的，一定的啊，一定。
所以我们政府啊，特别提出一个叫新的南向政策。是的，过去啦，每个政府时代，不同的总统都会提出他的一个外交口号。李登辉总统的务实外交，马英九总统的活路外交。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啊要用什么样的路线名称呢？不过南向政策呢，倒是引起外界很大的一个关注了。不过我想请问部长，既然要南向啊，那我们的目标是哪几个国家？东协十国加印度吗？东协的国家加上南亚的印度，十一个国家嘛啊、哦。应该是方向是这样子。南向政策啦，当然没那么简单。这需要啊，我们要对当地国家的研究了解，以及我们本身人才的培养。我了解外交部有一个奖学金嘛，都给东南亚各国。对。念博，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学生来研究东南亚各国，啊，尤其是博士班的学生，一年只有18个名额，都其中呢有包含针对东协十国和印度啊，我不晓得这些博士生的申请状况如何？每一年都有人申请吗？啊？你们都不知道哈？也没有。那是教育部计划，教育部的计划。我们是台湾奖学金。对，那给国外的学生，给东南亚的学生到台湾来。那应该是教育部的计划。我讲的是外交部的奖学金，给我们台湾的学生。对对。奖学金呐、啊。去研究东南亚的国家，那个是教育部提供，我们是提供奖学金让东南亚的学生来台湾进修。那申请的名额如何？非常的踊跃，我的了解有多少人？一年有多少人？像你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在台湾差不多15000个学生呢、啊，当然不是拿我们奖学金，他们自动来的。是马来西亚对，他们的。学生还是我们台侨的子弟的学生？马来西亚学生，就是大部分当然很多是华人，是华人华裔。马来西亚有15000个学生，对，在台湾你有没有搞错？对，哎，你们查一下，我很质疑这个数字啊。对，这确实如此。你知道15000个人有很多大学全校师生加起来都没有15000个。对啊。你马来西亚有15000个人来。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也吓一跳，后来同仁告诉我说，确实。马来西亚为什么特别多？泰国呢？越南呢？第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的大学数目很少，啊。第二呢，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呢、啊，可能觉得他们在当地国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那你所以他们很喜欢来台湾读书。所以全部都是华人子弟了？大部分。15000，那你刚刚说不是？不，我说大部分是华人子弟啊。15000个，大部分都是。哎，对，我说都送到台湾来。应该讲是华裔了。好，那相对的啊，我们台湾呢、啊，为什么？各大学啊，设立东南亚语文学系非常少，就暨南大学吧。那这一点，我觉得外交部要跟教育部要好好的去思考了，你们要配合了。那人才最重要，是台湾大专院校设有英文系的有100多个，那现在设东南亚语文学系啊，暨南大学好像去年才开始设立吧？对，这只有一个。淡江应该也有东南亚，也没有什么泰语系啊。淡江大学也有越南啊，粤语系，越南的、啊、哈。其实啊，有那么多的外劳在台湾，这个早就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了。是。那现在因为官方啦，所谓的外交南向政策啦，那我们就更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我们现在在东协十国还有哪几个国家没有设代表处？在这个柬埔寨跟寮国。缅甸呢？缅甸3月份已经设了。有设了。好。所以我们目前有在接继续接洽吗？希望柬埔寨跟寮国，有在接触，不是很顺利。因为东这样啦，东亚、东南亚、东协啦，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第二大出口国，好，跟台湾的往来经贸往来非常的密切。我们检视过去啦，就是未来你如果要南向政策，从过去看起来，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我觉得是人才啦。是的。我请问你，外交部的特考，你有考东南亚？我们没有考东南亚，但是我们有45个学生，我们外交部同仁在东南亚同仁45个，所以南向政策啦，不能用嘴巴喊呐、啊，对对对，要实际的作为出来。是，我想我们在印尼、泰国、越南这几个国家，这个要长远的
啊，一个培养啊，我们不希望啊这样再变成一个口号。当然不会是啊，一定要落实的。因为东南亚现在越来越重要，当然它整体区域的经济力也上来了，是的，在世界的影响力啊，很快就会感受到。是的，所以我们相关的，对我们自己，我们台湾学生对东南亚认识的培养，尤其是语言最基本的这样人才，嗯，然后我们外交部既然要南向政策啊，外交会做前锋，那我们外交应该要开辟啊，针对东南亚各国的一个考试类组，过去都没有嘛。那如果为了配合新政府的一个政策了，考不考虑来开设？我想因为我们的外交规模的限制呢，恐怕没有办法。但是我们鼓励我们同仁在当地啊，这个学当地的语言，这外交部有补助，全额补助。啊、哦，部长有没有想法？所谓南向政策啦，那多久会有成绩让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啦，这是总统的交代啊。啊、哦，会有成绩让我们看到吗？当然应该会。哦，有阶段性的计划吗？有，已经开始做了。开始做了。啊，部长加油。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接下来请林立常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请李部长。跟经济部的。经济部次长。次长。林委员好。哦，部长好。那部长，我们今天会针对我们的新南向政策谁主导来做一些讨论啦，哈。所以呢，一并也请经济部上来啦。那立常知道今天的新南向政策的专题报告嘛？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人都在问新南向政策的是什么。那因为立常是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所以呢，不只是很多人问我，包括很多媒体，超过十家的媒体还是我们的杂志都在问我，你对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是什么？我就问他说，那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什么？记者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你不知道你还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政府啦，所以今天刚好有这个专题报告，那我们来真正的讨论一下。那很多专家学者都觉得说不清不楚，他们不知道实际要做什么，不是空喊，实际到底要做什么，新南向政策要做什么，到底是在经济部还是外交部？外交部新南向政策是在您这边吗？我想这个在总统府里面有一个新南向办公室，它等于是一个政策整合的一个平台，由总统府来整合。这个报纸都有写。对。那所以我们外交部在新南向政策这一块没有任何的着力点。我们有很多的着力点。我们这个外交部因为在东南亚的外馆都是主要是外交部。那外交部会听行政院还是听新南向政策办公室的黄世芳主任的？外交部是谁做主？在归属上当然是我们要是听院长，然后我们也听总统。然后可是现在是新南向办公室的黄主任前外交部长嘛。对。所以不知道听谁的。不，因为黄主任他是我们外交部的老同事。三个人都不行，会怎样？没有问题啦，这个我们。好，因为一般而言呢，行政院的政策都要某一个部位主管嘛。是。不是行政院长就是副院长来从各部会的去开嘛，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是有一点不晓得要听谁的，那我们人民不晓得到底我们的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是什么，至今，部长你知道吗？有开会吗？各部会有开协调会吗？还没有开协调会，但是我跟黄主任经常保持联络。哦，可是到现在还没开协调会就对了。礼拜一我们还吃午饭，昨天我们也通电话。就是吃饭，那到底聊什么？不，当然是聊新南向政策了。那新南向政策是什么？部长还是要跟我讲一下吗？因为礼拜一是有一个美国以前在东南亚做大使的，他来看我，所以我特别请黄主任一起来谈一谈。可是部长，新南向政策跟美国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哦，所以新南向政策是要看美国就对了。不是，美国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原来。像我们在东南亚很多的这个职业训练。那外交部的角色是什么？
外交部角色就是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对，利用我们的外管的资源和人力，全力发挥。那外交部的具体的工作方向是什么？部长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我们有很多了，你比如说像领务局，昨天就跟这个移民署有一个会议，对，就是就这个这个东南亚几个国家来台湾的松绑，他们的签证松绑问题，好，因为在讨论。那经济部的角色是什么？是跟委员报告。到目前为止，十秒，并没有赋予担任这个幕僚作业的角色。不过我们已经在做准备，我们今天的报告资料也非常的多。我们把过去的策略，好 ，OK， 到了。那个经济部的角色应该要帮我们的台商，不是鼓励台商过去设厂而已。您经济部知道前三波的南向政策是什么吗？对，现在的新南向政策一定是互双向的一个政策。那您知道前三波的南向政策第一波在什么时候发生吗？报告，1997年，这个部分我不清楚，因为我之前没有担任这个业务。哦，那您一定要先去清楚。如果您不清楚前三波是什么，那您这一波可能会面临的挑战跟面临的阻碍，可能会跟前三波可能啦。就您前三波的经验，才能来解决现在新南向政策到底我们要解决哪个方向。您不能说您不知道前三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我没有错，是人民啦，人民很重要。您不能说您不知道，我一个小小的立法委员，我都要去看前三波日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整个东协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一定要知道。那立场具体，当然今天我不是要来这边跟大家在那边辩这个，我只是最近被媒体也问了很多，我自己也觉得说我要厘清清楚，我跑人问到我也不知道对政府新南向政策要做啥。好，那个再给我多一分钟。那个我跟外交部长感谢一下，我们知道上次跟您会见面的时候，我们谈到台检的那个电子签，那立场在今天也看到我们的新南向政策要推的是东协八个国家可以落地签还是电子签嘛？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可是呢，真的要去落实，不能说只是说而已。我觉得这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了。这个我敢跟委员报告，我们一定会落实。好，因为我们有时间的压力。那立场具体两个建议啦。第一个是，其实我们在台湾刚刚有委员谈到新南向政策，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新政府到底要做什么，可是立场具体的知道我们新南向政策缺的是人才。我们的人才从哪里来？补助外籍生，补助本国生，其实最根本的东协的人才来自于新住民二代。我想林委员就是最好的例子。哦，感谢您。那个林刚我叫请你，新住民二代新住民二代在台湾有36万人，那这些孩子有东南亚血缘关系，有东南亚的文化优势，有东南亚的那个语言的优势，我们何不来协助我们的二代呢？尤其我们很多新住民二代有少数的家庭经济因素，他可能没办法念到大学。那我觉得，当然在这边跟您聊这块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你不主管在这一块。可是立场绝对要讲，新南向政策不是说我们喊一喊而已。那希望说外交部这边能去协助调查，我们到底有多少新住民二代是在东南亚的，目前在东南亚的，可以尽快给我们数据吗？可以调查得到吗？不要紧，你也在导导是由经济部呢。那个次长，我觉得说我们真的要做台商的后盾，不能喊说啊冲啊去遐投资。结果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政府没有人可以替台商来解决事情，我们只能鼓励台商去那里投资，遇到事情的时候台商都拼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要找谁。所以这个部分是目前是经济部的责任，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们的投资数等等都在解决台商的问题。那人民都在看，台商都在看，我们的年轻人都在看，我们的未来喊得很大。这个机关设在总统府那里，所谓的新南向办公室设在总统府那里很大，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尽快跟人民说明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李彦秀，李彦秀不在。郑运鹏不在。
赖世宝，赖世宝，赖世宝不在。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不在。蒋乃馨，蒋乃馨不在。陈赖素美，陈赖素美，陈赖素美不在。黄昭顺，黄昭顺，黄昭顺不在。黄伟哲，黄伟哲，黄伟哲不在。钟嘉宾，钟嘉宾，钟嘉宾不在。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周成秀霞不在。徐正伟，徐正伟，徐正伟不在。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不在。张立善，张立善，张立善不在。余婉如，余婉如，余婉如不在。Colas Yotaka, Colas Yotaka, Yotaka 不在。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不在。姚文智，姚文智，姚文智不在。还有没有？好。好，我们本次会议有。好，我们本次会议有刘世芳委员等提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没有来得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都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书面答复啊。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啊，散会。